好呀，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我们请议事人宣读今日的议程。讨论事项：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案，期间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止。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介绍在场的委员，有高金淑美委员，有赖瑞龙委员吗？不是，庄敬诚委员，你口罩戴过头都看，以为是赖瑞龙哎，还是谁？好，报告联席会，审查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案已完成询答，现在进行审查讨论事项及处理提案，请议事人宣读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案之审查项目及提案，含临时提案总共270项。七十案，请宣读。宣读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我们预计宣读到10:40左右，我们10:45回来啊，10:45正式协商开始。宣读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案，期间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 ，A 收入1500亿元，债务之急借追加预算收1500亿元；二支出1500亿元，债务之急借追加预算收1500亿元；二支出1500亿元，税出追加预算收1500亿元，前述以急借债务支应。第一款行政院主管第三项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追加预算数1亿5907万元，第一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追加预算数1亿5907万元，第二款内政部主管第一项内政部追加预算数3亿6503万5千元，第一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追加预算数3亿6503万5千元，第三款教育部主管第一项教育部追加预算数23亿4800万元，第一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追加预算数2亿4800万元，第二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纾困振兴追加预算数21亿元，第四款经济部主管第一项经济部追加预算数774亿4000万元，第一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追加预算数5000万元，第二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纾困振兴追加预算数773亿9000万元。第一款交通部主管第一项交通部追加预算数131亿2892万4千元，第一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追加预算数2亿8000万元，第二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纾困振兴追加预算数128亿4892万4千元。第六款农业委员会主管第一项农业委员会追加预算数19亿8500万元，第二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纾困振兴追加预算数19亿8500万元。第七款卫生福利部主管第一项卫生福利部追加预算数198亿3071万9千元，第一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追加预算数153亿8874万9千元，第二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纾困振兴追加预算数44亿4197万元。第八款文化部主管第一项文化部追加预算数32亿2000万元，第一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纾困振兴追加预算数32亿2000万元，第十款财政部主管第一项财政部追加预算是4亿9820万2千元，第一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纾困振兴追加预算是4亿9820万2千元。第十一款劳动部主管第一项劳动部追加预算是310亿2500万元，第一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纾困振兴追加预算数311亿2500万元，有关正式被税出预算协同以上机关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预算提案。第一案，请行政院将特别预算产生之政策效益评估报告函送立法院查照。提案委员曾明忠、赖世宝、惠宏泰、林德虎、罗明才。第二案，
中央应尽数完备补助地方政府机关检疫相关作业要点之法制作业及补助款拨付事宜，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李德维。第三案，建请各相关机关应以强化盘点及投资规划各项纾困与振兴方案，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仪。第四案要求各部会强化盘点及投资规划各项纾困方案，切实执行及滚动检讨。提案委员郑明忠、赖世宝、林德虎、惠宏泰、罗明才。第五案要求各相关机关应积极强化盘点及投资规划各项纾困方案。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李德维。第六案建请行政院将所有相关部门所提出之现行纾困与未来振兴方案办法之重点内容设计建制单一整合网页，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仪。第七案要求行政院应盘点统计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配合防治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时涉及民众隐私权益个人资料保护之调查资料移转授权揭露或各种使用之相关措施退场机制，提案委员欢迎高嘉怡、林楚英。第八案要求各部会应就业管制无劳保工作者制定明确的申请资格条件，提案委员刘建国、黄秀芳、洪生汉。第九案请行政院协调结合各部会及八大公股银行之力筹组单一窗口，提案委员何新存、林进宪、邱义莹。第十案建请行政院除了应加强1988专线的宣导令，也需考量建制统一纾困振兴会诊资讯与行政院全球资讯网后单一网页，提案委员张其禄、高鸿安、邱成元、蔡碧如。第十一案要求行政院依照以缓济急原则挪动之预算及其使用情形公布于网站，提案委员高鸿安、蔡碧如、张其禄、邱成元。第十二案建请行政院协调各部会整合所有的纾困补助方案，建立申请补助的整合系统，提案委员李坤哲、陈欧珀、赵正仪、许志杰。第十三案请各主管机关针对地方政府配合事项与机关官方网站清楚注明厘清权责，提案委员苏巧慧、吴炳瑞、张宏禄。第十四案请各该主管机关以预算执行后在官方网站列出以补助金额、补助人数及机关数，提案委员苏巧慧、吴炳瑞、张宏禄。第十五案请行政院会整个相关主管机关受理地方政府申请补助情形，提案委员苏巧慧、吴炳瑞、张宏禄。第十六案建请行政院协调各部会提供完整制式文件范本，提案委员李坤哲、陈欧珀、赵正宜、许志杰。第十七案要求行政院强化整合各相关机关各项纾困方案，切实盘点相关规划并执行滚动检讨，提案委员惠宏泰、赖世宝、郑明忠。第十八案要求相关部会建制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执行资料专属网站，提案委员蒋万安、谢依凤、郑明忠。第十九案要求行政院各部会应以二星期内在官方网站上建制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执行预算资料专属区域，提案委员蒋万安、洪孟凯、万美玲、林维洲。第二十案要求由主计总处建制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执行资料专属网页，提案委员谢依凤、郑天才、赖世宝。第二十一案要求中央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以纾困预算实施后一个月内，由各事业主管机关将预算之相关量化资料公布执行成效，提案委员赖世宝、林德福、郑明忠、何孟凯。第二十二案要求行政院各项纾困贷款应提供民众透过线上完整申请申办的机制，提案委员赖世宝、林德福、李德伟、郑明忠、何孟凯。第二十三案要求行政院各项纾困贷款计划都应提供民众至少一年以上的宽限期，提案委员赖世宝、林德福、李德伟、郑明忠、何孟凯。第二十四案请各部会自109年7月起按季将留用其他部会经费之科目金额等资料列表函送立法院各委员会备查，提案委员郑明忠、赖世宝、惠宏泰、林德虎、罗明才。第二十五案请审计部自109年7月起每半年对本项特别预算执行情形进行查核，提案委员郑明忠、赖世宝、惠宏泰、林德虎、罗明才。第二十六案要求中央银行会同金管会协调财经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将 ATM 转账手续费于疫情期间减缩50%，提案委员赖世宝、林德福、郑明忠、李德伟、洪孟凯。第二十七案要求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同相关单位提出诱因，例如将贷款信用保证成长提高至100%。提案委员赖世宝、林德福、李德伟、曾明忠、洪孟凯。第28，要求中央银行比照财政部与金管会每周两次定期于中央银行网站上揭露。提案委员赖世宝、林德福、李德伟、洪孟凯。第29，要求相关单位预算执行应验所财政纪律。提案委员廖婉如、廖国栋、林文瑞。第30，要求政府应参照中央统筹分配税款分配办法编列一定比例14%的防治纾困预算给地方政府。提案委员赖世宝、林德福、曾明忠、李德伟、洪孟凯。第31，要求小规模营业人贷款还款期暂延至3年，贷款利率仍维持1%。提案委员赖世宝、林德福、曾明忠、李德伟、洪孟凯。第32，要求小规模营业人贷款条件对申贷人如有信用卡在信。如有信用卡在信问题，规定在一定金额以下或目前卡在已清偿者的放宽借贷条件。提案委员赖世宝、林德福、曾明忠、李德伟、洪孟凯。第32-2，要求行政院应一个月内针对本特别预算执行期间有关遗还计及预算之执行情形及相关明细资料送交立法院。提案委员翁崇建、叶义南、曾明忠。第32-3，要求相关机关于一个月内将本特别预算纾困方案执行期间之执行项目明细和执行情形送交立法院。提案委员翁崇建、叶义南、曾明忠。32-4，严守预算法第63条规定，切实执行，不得浪费公帑。如有决议，应将剩余经费全数缴库。提案委员翁崇建、曾明忠、叶义南。第32-5，有关涉税收入部分要求应依税出审查结果予以调整。提案委员翁崇建、叶义南、曾明忠。第33，建请财政部会同交通部、观光局各地方县市政府研议停征遗漏税。提案委员罗明才、惠宏泰、赖世宝。第34，要求国家发展委员会针对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对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产业及劳工面向之冲击，向立法院提出评估报告。提案委员蒋万安、谢义凤、曾明忠。第35，国家发展委员会应提供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对我国产业劳工冲击影响评估。提案委员蒋万安、洪孟凯、万美玲、林维洲。第36，要求行政院及所属各机关办理各项宣导时，应以该地区或部落通行之族语作为主要宣导语言。提案委员廖国栋、孔文吉、林文瑞、陈超明。第37，要求行政院应制定符合原住民经济生活现况之现金纾困津贴制度。提案委员廖国栋、孔文吉、林文瑞、陈超明。第38，针对原住民族劳工或是自营工作室等应有相关纾困措施及经费。提案委员郑天仔、赖世宝、曾明忠。第39，建请金管会借由各项产业融资保证及利息补贴计划进行滚动式检讨执行细节状况。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玉。第40，要求金管会主动向国内寿险业者预支相关暂行措施。提案委员林义华、赖世宝、林德福。第41，要求经济部、财政部、金管会督导公司营银行办理相关纾困业务应配合政府政策。提案委员林义华、赖世宝、曾明忠。第42，建请经济部、劳动部等相关部会从宽严厉可提出申请纾困方案所需具体证明文件之参考。提案委员林楚瑜、林进宪欢迎。第43，各部会薪资补贴方案以阶梯化模式补助更广泛照顾企业。提案委员郭国文、罗美玲、刘建国。第44，各主管机关仍应尽可能保障第一线基层公务员之劳动权益，切实发给加班费或补休等。提案委员邱显智、陈娇华、王婉玉。第45，针对2016年5月20日后新增违章工程，建请金管会禁止银行体系进行纾困放贷。提案委员陈建华、邱显智、王婉玉。第46，2018年度遭裁罚金额超过100万元以上企业，建请金管会要求银行体系不得进行纾困放贷。提案委员陈建华、邱显智、王婉玉。
第四十七案要求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提出如何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等规定删除因疫情所收集个人资料。提案委员谢一峰、郑天才、赖世胞。第四十八案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应公开以电信业合作处理防疫之所有相关企业内容，不应于疫情结束后为目的外资利用。提案委员王婉玉、邱显智、陈娇华。第四十九案通常会如何在以科技方式做好防疫，并同时为自国民隐私权方面致力法院做专案报告。提案委员邱显智、陈娇华、王婉玉。第五十案要求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就疫情结束后防疫服务平台资讯该如何处理提出具体方案。提案委员蒋万安、谢一凤、曾明忠。第五十一案要求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当疫情趋缓防疫服务平台所收集留存之个人资料处理方式提出书面报告。提案委员会洪泰、赖世宝、曾明忠。第五十二案请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研拟防疫平台资料保护及疫情后资料删除等作业办法。提案委员廖婉如、廖国栋、林文瑞。第五十三案要求政府于疫情结束后立即将因疫情期间特定目的收集留存之个人资料应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等规定删除。提案委员赖世宝、林德福、郑明忠、李德伟、洪孟凯。第五十四案特别要求应于疫情期缓或结束时将相关平台资料与手机之处理应于删除。提案委员蒋万安、洪孟凯、万美玲、林维洲。第五十五案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以疫情期缓或结束时相关平台资料与手机之处理应妥善规划。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李德维。第五十六案提案动检内政部追加预算编列之新增建制旅客定位及行程分析系统1亿8658万元，是内政部提出具体说明及确保个人隐私保护及资讯安全等配套措施后，经同意后再移动至提案委员范林、高嘉怡、林楚英。第五十七案内政部与警政署应适时公开各项防疫物资之分配情形，以确保严谨执行之防疫安全。提案委员洪孟凯、林文瑞、徐志荣、李义林。第五十八案提案前部冻结办理国境之入出境查验人流管理所需经费之1亿8658万元。提案委员邱显智、陈嘉华、王婉玉。第五十九案警政署应确保严谨所需防疫装备之充足，提案委员邱显智、陈嘉华、王婉玉。第六十案建请内政部确保严谨所需防疫装备之充足，提案委员张其禄、高鸿安、邱成远、蔡碧如。第六十一案内政部应尽速完备补助地方政府居家检疫相关作业要点之法制作业，提案委员蒋万安、万美玲、王孟凯、林维洲。第六十二案要求内政部应制定地方政府执行居家检疫之追踪确认及健康关怀机制办法，提案委员蒋万安、万美玲、洪孟凯、林维洲。第六十三案要求内政部应尽速完备补助地方政府居家检疫相关作业要点之法制作业及补助款拨付事宜，提案委员惠宏泰、赖世宝、曾明忠。第六十四案要求内政部应技术完备补助地方政府居家检疫相关作业要点之法制作业及补助款拨付事宜，提案委员张义美、吴思怀、廖婉如。第六十五案要求内政部以两周内将第一期补助经费核发完毕，提案委员蒋万安、曾明忠、谢一凤。第六十六案要求内政部尽速发放相关防疫津贴，提案委员林义华、李德维、郑正乾。第六十七案要求内政部应依据其程，于2009年4月底办理补助款拨付事宜，提案委员蒋万安、万美玲、洪孟凯、林维洲。第六十八案建请内政部补助经费应于本预算通过后一个月内尽快拨交各直辖县市政府，提案委员张其禄、高鸿安、邱成远、蔡碧如。第六十九案建请内政部应以第一线防疫关怀人员列为补助重点，提案委员邱显智、陈嘉华、王婉玉。第七十案警政署应确保严谨所需防疫装备之充足，
并公开各项防疫物资之分配情形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林德维。第七十一案要求警政署应于二星期内，以警政署官方网站新辟防疫专区界面提案委员蒋万安、万美玲、洪孟凯、林维洲。第七十二案，内政部以秘书相关资讯涉及个人隐私，要求必须依据个人资料保护法相关规范，注意资讯之合理利用，以安全维护机制。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李德维。第七十三案要求内政部移民署依据个人资料保护法相关规范，拟定该系统使用之书面报告。提案委员蒋万安、万美玲、洪孟凯、林维洲。第七十四案，内政部移民署应就资讯如何合理利用及安全维护机制提出专案报告。提案委员邱显志、陈嘉华、黄婉义。第七十五案，内政部新增建制旅客定位及行程分析系统，应提出详细应用内容及相关作业规范。提案委员张其禄、高鸿安、邱成衍、蔡碧如。第七十六案，教育部应尽速办理纾困相关措施。提案委员黄孟凯、林文瑞、徐志荣、李玉林。第七十七案，教育部应尽速制定相关办法，并细明补助原则及核定顺序等公平事宜。提案委员欢迎高嘉怡、林进宪、钟嘉宾。第七十八案，要求教育部以两周内针对国中小学生居家学习设备之充实提出改善计划。提案委员谢义宏、郑天才、赖世宝。第七十九案，国中小学生居家学习设备不足数仍有落差，要求教育部以一个月内补足相关设备。提案委员蒋万安、万美玲、黄孟凯、林维洲。第八十案，教育部购置国中小学生线上学习手机设备不足数有所落差，应积极因应疫情及时手续妥为调配。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李德伟。第八十一案，国中小学生即将学习设备不足数仍有落差，要求教育部应详细说明及解释未编列之理由。提案委员欢迎高嘉怡、林楚英。第八十二案，国中小学生即将学习设备不足数仍有落差，要求教育部提出具体方案。提案委员蒋万安、谢义宏、曾明忠。第八十三案，要求教育部应加速办理宽频扩充。提案委员惠宏泰、赖世宝、曾明忠。第八十四案，请教育部检视远距教学的现况成效，并进一步检讨，提出书面报告。提案委员邱显志、陈嘉华、王婉义。第八十五案，敬请教育部应针对经费以补助的方式，鼓励各级学校与教师建立完善的线上教学机制。提案委员赖世宝、林德虎、李德维、郑明忠、洪孟凯。第八十六案，要求教育部以两星期内完备相关补助实施办法，提供运动事业及时性之帮助。提案委员蒋万安、万美玲、洪孟凯、林维洲。第八十七案，教育部对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影响发生营运困难产业事业纾困振兴办法尚未经核定，应于二个星期内推动上述之办法。提案委员蒋万安、万美玲、洪孟凯、林维洲。第八十八案，教育部编内经费给予运动事业减轻营运负担以纾困，应滚动检讨补助规模及最终实施成效。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李德维。第八十九案，体育署编内19.5亿元补助运动事业营运成本，协助受疫情影响之运动事业，请体育署于一个月内向立法院提出实施成效之书面报告。提案委员邱显志、陈嘉华、王婉义。第九十案，要求教育部提出下修补助学校设置红外线热显像以之人数门槛之方案。提案委员蒋万安、曾明忠、谢一凤。第九十一案，要求教育部研议降低补助学校设置红外线热显像以之学生数下限之门槛。提案委员谢一凤、曾天才、赖世宝。第九十二案，要求教育部从今年六月起，即将就学贷款申请缓缴条件从现在月薪3.5万元提高至4万元。提案委员林义华、赖世宝、曾明忠。第九十三案，要求经济部以一周内向立法院提出具体之产业振兴计划。提案委员谢义宏、郑天才、赖世宝。第九十四案，经济部应会同相关主管机关建立完整稽核机制，确保补助
补贴补助期间没有裁员减薪等减损员工权益行为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仪第95案，要求经济部以两周内就商业服务业制造与相关技术服务业以及会展产业之新自己营运资金补贴提出改善计划提案委员谢一峰、郑天才、赖世宝第96案，经济部办理受疫情影响之商业服务业、制造业与相关技术服务业、会展产业等，共382.7亿元，要求经济部以一个月内向本院提出配套之专案报告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仪第97案，要求经济部以名地工业区闲置土地之所有权人不得申请经济部以其他相关单位之防疫纾困振兴相关奖励补助优惠信用贷款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仪第98案，要求经济部应主动将新增未登记工厂及工业区闲置土地之所有权人名单通知财政部、经管会、农委会、交通部与文化部等相关单位。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仪第99案，要求经济部应明定新增未登记工厂不得申请经济部与其他相关单位之防疫纾困振兴相关补助相关奖励补助优惠信用贷款等。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仪第100案，经济部办理刺激国内民众消费措施公编内110.9亿元，要求经济部于3个月内提出相关具体规划。提案委员刘建国、黄秀芳、洪生汉第101案，建议经济部扩大补贴层数以及每月上限金额，且妥善研拟行动支付平台之适用条件。提案委员高嘉怡、陈家华、刘建国。102案，要求经济部于一周内向立法院提出具体之产业振兴方案。提案委员蒋万安、曾明忠、谢义厚。103案，经济部编内382.7亿元办理受疫情影响艰困事业之新资金营运资金补贴，要求经济部详加规划订定稽核程序。提案委员会洪泰、赖世宝、曾明忠。104案，经济部编列办理受 COVID-19 疫情影响至商业服务业、制造业及技术服务业及会展等，要求经济部应统为规划并完善事后稽核程序。提案委员张义美、吴世怀、廖婉如。105案，要求经济部一周内就商业服务业、制造业与相关技术服务业以及会展产业之新资金营运资金补贴向立法院提出检讨方案。提案委员蒋万安、曾明忠、谢一凤。106案，经济部编内办理受 COVID-19 疫情影响至商业服务业、制造业及技术服务业以及会展产业等，必须妥善规划并完善事后稽核程序。提案委员徐淑华、万美玲、李德维。107案，还1000亿保自开办至2019年4月16日止，已核保2552家，请经济部于2星期内以官网成立推动纾困振兴专区。提案委员蒋万安、万美玲、黄孟凯、林维洲。108案，经济部已依旧108案，要求经济部研议相关简易申请以宣传具体措施，并于2星期内将该措施送至立法院。提案委员蒋万安、万美玲、黄孟凯、林维洲。109案，要求经济部审慎研定相关刺激消费方向，详加规划相关配套措施。提案委员会洪泰、赖世宝、曾明忠。110案，为有效发挥发放库碰券刺激国内消费市场的目的，严建请行政院应规划以分级分流不同形式之通路来进行库碰券发放。提案委员邱成远、蔡碧如、谢一凤。111案，要求库碰券优惠措施推动实施后，按季将执行情形函送立法院备查。提案委员曾明忠、赖世宝、林德虎、魏宏泰、罗明才。112案，经济部应妥善研定库碰券行动支付平台适用条件，力求使用简便完善。提案委员黄孟凯、林文瑞、徐志荣、吕玉玲。113案，经济部规划于疫情较趋缓后即启动库碰券措施，应积极多方收集各界对于库碰券发放之意见，参酌他国经验。提案委员徐淑华、万美玲、李德维。114案，要求经济部应不推动库碰券在设定排户的情况下改发放现金消费券。提案委员蒋万安、万美玲、洪孟凯、林维洲。
115万要求经济部提出之刺激国内民众消费之措施，不得仅限特定行动支付方式及业者。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义。第116万，请经济部规划行动支付平台普及与提升敬老卡使用率之相关方案。提案委员苏志芬、宜天、江永昌。117案，要求经济部以两周内就防疫千亿保开办成效向立法院提出检讨报告。提案委员蒋万安、曾明忠、谢一鸿。第118案，要求经济部应秉持风险管控原则办理信保案件，以降低代偿风险。提案委员徐淑华、万美玲、李丹维。119案，建请经济部应建立与中央各部会间有关受疫情影响业者水电会间免制联络或通报等标准化作业程序。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李德维。120案，经济部应于建立与中央各部会间有关受疫情影响业者水电会间免制联络或通报等标准化作业程序。提案委员蒋万安、万美玲、洪孟凯、林维洲。第121案，经济部应建立与中央各部会间有关受疫情影响业者水电会间免制联络或通报等标准化作业程序。提案委员魏荣泰、赖世宝、钟明忠。第122案，经济部应建立自动筛选符合减免资格业者之标准化作业程序。提案委员邱显智、陈建华、王婉义。第123案，建请经济部严厉放宽申请营业资金补贴之资格。提案委员罗明才、曾明忠、廖婉如。124案，要求一、切实盘点其主管为盈利组织纾困需求；二、成立单一窗口协助中小型非盈利组织与银行交涉。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义。第125案，经济部应会同相关主管机关建立完整稽核机制，确保事业单位没有差延、减薪等减损员工权益行为。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义。126案，经济部应落实差核，承担企业后续是否遵守上开不得差延一减薪之承诺。提案委员陈江华、邱显智、王婉义。127案，建请经济部盘点1988马上办服务中心详细人力配置及轮班调调度情形及办理进度简表。提案委员邱成衍、蔡碧如、谢一凤。128案，要求经济部将受领薪资及营运资金补贴、营运资金贷款利息补贴之企业名单与劳动部进行勾稽。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义。129案，要求经济部及中央银行列比其他信用贷款放宽还款期限为3年，以降低小规模营业人之负担。提案委员郭国文、罗美玲、刘建国。130案，建请经济部正视此类企业借由纾困补助方案，以减轻其土地成本负担一事。提案委员高嘉宇、陈江华、刘建国。131案，建请经济部统整规划至财政部串接营业税申报资料建立平台。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义。132案，要求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一二周内向立法院提出每日之口罩征用量、各中央机关配送量、各地方政府配送量等资讯。提案委员高鸿安、蔡碧如、张其禄、邱成衍。132之2案，对有关建筑财团法人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专款经费200亿元不得挪为他用，务必专款专用原则。提案委员翁崇金、叶义然、曾明忠。133案，要求国发会、经济部未来规划振兴预算时拟定立设振兴策略。提案委员陈建华、邱显智、王婉义。134案，要求交通部与劳动部应以薪资补贴与劳工相关纾困补助建立勾稽之审查制度。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义。135案，建请交通部应主动与税捐稽征机关联系，建立核算机制，简化业者申请之还所程序。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义。136案，建请主管机关审核最佳预算，资助航空业与海运业，需要求业者需提出售后补助或贷款。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义。137案，建请主管机关一办法实施后，仍需广泛收集业者申请展延纾困融资手续之困难。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义。
138案，交通部便列录音业首席纾困经费，建请每月固定提出滚动式预算效用检讨书面报告提案委员邱显志、陈江华、王婉仪。139案，建请交通部应超前部署规划全国全部旅馆纳入防疫旅馆之相关办法提案委员张其禄、邱成衍、高鸿安、蔡碧如。140案，要求交通部针对夜管纾困措施妥拟补助申请作业西部规划提案委员廖婉如、廖国栋、林文蔚。141案，建请主管机关交通部观光局提出具综合考量之营运资金补贴计划提案委员邱显志、陈江华、王婉仪。142案，要求应比照相关观光企业协会标准，给予社区组织推动生态旅游纾困与振兴补助提案委员陈江华、邱显志、王婉仪。143案，交通部补贴观光产业以降低疫情之冲击，因病重考量行业内之补贴基准合理性，避免齐头视频等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李德维。144案，要求观光局针对民宿业者补助，应该齐头是纾困提案委员刘建国、黄秀芳、洪生汉。145案，建请交通部研拟将其主管之监控企业薪资补助作业要点中申请条件之减薪未达20%等文字修改为不得减薪提案委员林进宪、陈欧珀、赵正宜。146案，建请交通部研议修改请开实施要点纳入确有办理旅行业务之数位平台提案委员欢迎高嘉瑜、钟嘉宾、林进宪。147案，要求交通部于办理航空业相关预算时，应比照经济部之营运资金补贴方案提案委员欢迎高嘉瑜、林楚英。148案，建请交通部应超前部署考量实际受疫情影响人员或产业之情况，应设立单一申请窗口提案委员邱成衍、蔡碧如、谢依厚。148案，要求交通部应视疫情发展及业者需求，积极援助业者渡过危机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李德维。150案，交通部编列补贴观光产业从业人员薪资，建请应切实掌握申请情形，加速推动以落实执行效力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李德维。151案，建请应妥善研拟补助申请作业西部规划，积极辅导业者及从业人员办理补贴案件申请作业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李德维。152案，建请交通部应确保防疫旅宿之品质与数量，以满足居家检疫之需求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李德维。153案，冻结办理受疫情影响农业之薪资与营运资金补贴、农渔民生产资材及应销补助等所需经费1/10，提案委员高嘉瑜、陈建华、刘建国。154案，提案冻结交通节点、校园、医院及药局等防疫相关据点花费美化推广所需经费1/2，提案委员高嘉瑜、陈建华、刘建国。155案，建请农委会应针对各县市面临不同之困境，进行纾困规划，并透过地方政府、农渔会或工协会提供便利之纾困措施申请管道，提案委员高鸿安、蔡碧如、张其禄、邱成衍。156案，要求农委会应针对小型农户订定现金纾困方案，提案委员廖国栋、孔文吉、林文瑞、陈昭明。157案，要求农委会比照无一定雇主劳工之纾困补助，研拟将人保保险者纳入纾困补助之方案，提案委员廖婉如、林文瑞、孔文吉。158案，要求农委会就受疫情影响导致经营困难之农业经营者订定员工薪资补贴差额机制，提案委员廖婉如、廖国栋、林文瑞。159案，建请除提供业者相关资金协助外，应适时酌以经营补助措施，并订定差额机制，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李德维。160案，要求农委会应邀请能源主管机关、保育主管机关、能源开发单位等单位，推动西部沿近海永续渔业工作，保护渔业资源，提案委员陈嘉华、邱显志、王婉仪。161案，农委会应会同相关主管机关建立完整稽核机制，确保
产业事业单位没有裁员减薪等精神员工权益行为，提案委员邱显志、陈江华王满意162之议案要求农委会比照移民生活补贴，针对有加入农保制实际工作者，因受疫情影响之农民，每月补助10000元，共计3个月。提案委员刘建国、黄秀芳、洪胜汉162之二案要求农委会应计原拟将投保农保的农民纳入纾困补助范围。提案委员翁崇清、曾明忠、叶义南163案。请卫生福利部原拟修正奖励要点。提案委员廖婉如、廖国栋、林文瑞164案要求卫生福利部重新研议补助奖励要点，制定合理资金推标准。提案委员谢一峰、郑天宅、赖世宝165案，要求建请卫生福利部应尽速订定相关补贴申请办法，以利地方政府尽速办理相关申请补贴作业。提案委员蔡碧如、陈建华、邱成炎、高鸿安166案，要求卫生福利部应以6月底前将1至5月份防疫绩效奖励金发放完毕。提案委员谢一峰、郑天才、赖世宝167案，要求执行武汉肺炎 COVID-19 防治医疗照护等工作之各项医师人员津贴比照 SARS 期间。提案委员刘建国、黄秀芳、洪胜汉168案，卫生福利部应重新拟定执行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医疗照护及防治发给补贴津贴及奖励要点。第二点第二项规定，提案委员江永昌、范延林、楚英169案，卫福部应迅速修正执行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医疗照护及防治发给补助津贴及奖励要点，及执行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医疗照护之医师人员津贴申请作业细致。提案委员欢迎何新成、黄秀芳170案，要求卫福部于一个月内重新检讨及调整执行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医疗照护及防治发给补助津贴及奖励要点。提案委员邱显志、陈家华、王婉意171案，敬请卫生福利部再行研拟作业细致，比照上市期间每人每日发给津贴。提案委员高嘉怡、洪胜汉、赖品仪172案，请卫生福利部重新研议补助奖励要点，制定合理发放防疫有功医护人员之津贴标准。提案委员蒋万安、谢一峰、曾明忠173案，要求卫生福利部研议针对卫教人员除日后补休机制外，给予一定金额之防疫津贴。提案委员林义华、赖世宝、曾明忠174案，要求卫生福利部于一个月内将1至4月份防疫绩效奖励金发放完毕。提案委员蒋万安、谢一峰、曾明忠175万，要求卫生福利部参考2003年 SARS 期间，将医师之每人每日及护理师之每人每班所得请领之津贴视为明定。提案委员王婉意、陈江华、邱显志、王婉意176万，因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所造成之医护人员心理精神压力，卫生福利部应组成心理卫生小组，密切注意相关人员之心理健康。提案委员王婉意、邱显志、陈江华177案，建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研议7亿及以上医院成立快筛站。提案委员赖世宝、林登湖、李登伟、洪孟凯、郑明忠178案，要求卫生福利部就我国新冠肺炎疫苗快筛试剂与治疗药物之研发与应用，向立法院提出专案报告。提案委员谢一峰、郑天才、赖世宝179案，要求卫生福利部尽速全面更换药剂硬体设备，尽速发放口罩包装补贴费用，针对药品分配不均等提出具体改善解决措施。提案委员蒋万安、曾明忠、谢一峰180案，建请卫生福利部研拟比照交通事业单位给予基层医疗院所购买防疫物资之补贴。提案委员林进贤、陈欧珀、赵正仪181案，要求政府成立医疗公卫防疫基金，必以传染疾病突发时能够对基层诊所提供紧急医务装备防治与纾困。提案委员赖世宝、林登湖、李登伟、曾明忠、洪孟凯180案，敬请卫生福利部扩大弱势津贴发放对象。提案委员高鸿安、张晴路、蔡碧如、赖香林183案，要求卫生福利部尽速全面更换药剂硬体设备，尽速发放口罩包装补贴费用。提案委员谢一峰、曾天才、赖世宝184案，因疫情
除应扩增集中检疫所之外，并扩大补助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入住防疫旅馆之措施。提案委员刘建国、黄秀芳、洪胜汉。185万卫福部编列接受居家隔离检疫者及其请假照顾之家属防疫补偿金，要求必须落实查核及办理发放事宜。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李德威。186万卫福部应要求各县市政府落实查核及办理发放事宜，并依相关事故规定加强执行。提案委员张玉梅、吴思怀、廖婉如。187万要求卫生服务部应根据调控及储备国内各项防疫措施与量能，并收整国际疫情及防疫作为。提案委员江玉梅、吴思怀、廖婉如。188案建请卫生服务部应持续调控及储备国内各项防疫措施与量能，综合研判采行应变方案。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李德威。189案卫生服务部因加速审核作业，将四月份以前防疫补偿以一个月内核发完毕，以维护民众权益。提案委员蒋万安、谢义宏、曾明忠。190案卫生福利部，卫生福利部应以疫情结束时，针对电子监控措施所取得之资料项目，透过本措施取得之资料之留存期限等进行专案报告。提案委员邱显志、陈江华、王婉意。191案。因应新冠肺炎疫情缘故，原料药供应短缺，要求卫生福利部提出解决方案。提案委员谢义宏、郑天才、赖世宝。192案依照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隔离及检疫期间防疫补偿办法第二条规定，卫生福利部应加速审核作业。提案委员谢义宏、郑天才、赖世宝。192案要求主管机关对光海如事之预算，也应顾及重大伤病病友之生活状况。提案委员邱显志、陈江华、王婉意。194案要求卫生福利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含有勒令相关产业全面停业之措施，需明定禁令施成。提案委员邱显志、陈江华、王婉意。195案建请卫生福利部增强早期治疗儿童医疗资源进入社区的力道。提案委员陈江华、邱显志、王婉意。196案卫生福利部倘若在行公布相关民生纾困相关政策时，应当更为着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行政往返流程之衔接。提案委员陈建华、邱显志、王婉意。197案请卫生福利部补足1957福利咨询专线之接线人力。提案委员邱显志、陈建华、王婉意。198案请卫生福利部于一个月内提出财团法人欧邦里纪念基金会检讨改善计划。提案委员江永昌、范颖、林楚英。199案请卫生福利部检讨目前公告作业需支出，在事实延长补偿作业申请期限外，应新增医院医师人员及社工人员个人申请之管道。提案委员高嘉怡、洪胜汉、赖品云。200案建请卫生福利部就本要点文字暂行原理，应规定医疗机构申请团体绩效奖励金前需事先拟具申请计划。提案委员高嘉怡、赖品宜。欢迎。201案建请卫生福利部考量基层诊所及第七医院协助防疫的贡献，且承担未分化症状病人诊疗风险，原理合理奖励方案。提案委员邱大眼、江永昌、林进宪、黄秀芳、苏巧慧。202案建请经济部及卫生福利部应盘点轻度是重症呼吸器及相关医疗资源之研发、生产等相关法源依据或原理制定更明确的法律。提案委员张启禄、邱成衍、高鸿安、蔡碧如。203案卫生福利部应盘点有需求之政策对象的可能人数，以触及管道检讨预算额度。提案委员洪胜汉、郭国文、龙美玲。204案要求卫生福利部于一个月内就我国新冠肺炎疫苗快筛试剂与治疗药物之研发与应用提出专案报告。提案委员蒋万安、谢义宏、曾明忠。205案要求卫生福利部针对相关急难纾困办法研议放宽全领标准。提案委员林义华、赖世宝、曾明忠。206案要求卫生福利部应督促各县市政府落实查核及办理发放。提案委员惠宏泰、赖世宝、曾明忠。207案要求卫生福利部修改现行作业条文，将医师人员及社工联合配合政策取消出国的补助对象，增加同行的配偶及姻亲等。提案委员赖世宝、林德虎、李德伟、曾明忠、洪孟凯。
2082邀请卫生福利部速审速批快筛试剂投产及辅导办理进口提案委员赖世华、林德虎、郑明忠、李登伟、洪孟凯。209万要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检讨立定特定国家城市的海外侨民持有中华民国护照者，每2个月60片口罩。提案委员赖世华、林德虎、郑明忠、李登伟、洪孟凯。210万要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布对境外入境人员全面集中隔离检疫、全面普筛。提案委员赖世华、林德虎、郑明忠、李德伟、洪孟凯。211万要求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局会同财政部研议，将109年度之诊所医疗成本免税额度调整为85%。提案委员赖世华、林德虎、郑明忠、李德伟。212万。要求行政院卫生福利部应积极评估全面放宽我国医师远距看诊的限制。提案委员赖世华、林德虎、李德伟、郑明忠、洪孟凯。213案有建议国家财政困窘，应切实达成费用支出之便利，要求卫生福利部1个月内提出配套之书面报告。提案委员邱显智、陈娇华、王婉义。214案请文化部提出第一波纾困成效及检讨及第二波各方案详细申请办法之书面报告。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义。215案请文化部提出建立义务工作者保险制度之具体实程安排书面报告。提案委员邱显智、陈江华、王婉义。216案要求文化部对已补助各类型艺文事业及自然人减轻营运冲击的计划，对于自然人之工作者的合约或书面协议无法证明的损失进行研议。提案委员谢义雄、郑天长、赖世宝。217案要求文化部应明确区隔及说明两种补助方案，尽速公告补助办法。提案委员范林、高嘉怡、林进宪。218案要求文化部检讨第一阶段纾困补助的程序以及资格，并于第二阶段研议较低门槛之方案。提案委员高嘉怡、赖品仪欢迎。219案文化部已配合本次强化纾困目标妥善定义艺文监控事业及其适用条件。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吕德维。建请财政部提供一跨部门核对及平台之建制，降低民众及企业申请补助准备文件之繁琐及耗时。提案委员邱显智、陈娇华、王婉义。221案各公益财政经销商受疫情影响冲击差异性颇大，已尽速完成相关补助办法以执行规范之订定。提案委员郑明忠、赖世宝、林德虎、魏宏泰、罗林才。222案财政部对销售公益财政经销商编列补助计划约4.98亿元，请尽速完成相关补助办法以执行规范之订定。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李正伟。223案要求财政部考量各经销商之实际营运状况，研拟分级补助之相关办法。提案委员邱显智、陈娇华、王婉义。224案敬请财政部要求公股银行不得针对纾困贷款案设立 KPI 并落实内控制度。提案委员陈娇华、邱显智、王婉义。225案敬请财政部研议未来疫情和缓后，应视各租用人受疫情影响之严重性，分批终止相关租金之减收措施。提案委员罗明才、惠荣泰、赖世宝。226案财政部照顾身心障碍的财政经销商应办理60万一年每期贷款，销售佣金收入减少10%者，每人每月最高补助10000元，最多30000元。提案委员刘建国、黄秀芳、洪胜汉。227案建请财政部研拟将原先94%之成本论定提高至96%。提案委员林进宪、陈欧珀、赵正仪。228案请财政部依据税籍登记之相关资料，针对43万小规模营业的主动计划纾困等相关资讯。提案委员何新存、林进宪、邱义颖。229案要求财政部应协调整合公股银行自动支付方案利率期限额度。提案委员惠荣泰、赖世宝、郑明忠。230案建请财政部将公益财政的责任准备金作为奖金支出。提案委员赖世宝、林德虎、洪孟凯、李登伟。231案要求财政部国有财产所研议将国有会公用不动产应缴租金减收50%。提案委员赖世宝、林德虎、
郑明忠、李登伟、洪孟凯232万，请财政部自2009年7月起按季将台银等9家行库办理纾困贷款情形，送立法院各委员会备查。提案委员郑明忠、赖世宝、惠荣泰、林登虎、罗明成。233万，请劳动部参考劳工保险纾困贷款之做法，研拟劳工纾困贷款利率之变动调整机制。提案委员邱显志、陈江华、王婉仪。234万，敬请劳动部将为投保劳保之临时工以自营工作者纳入纾困相关补贴措施。提案委员黄孟凯、林文瑞、徐志荣、李玉林。235万，要求劳动部审查规划相关配套措施并切实执行，即滚动检讨。提案委员会洪泰、赖世宝、郑明忠。236万，要求劳动部重新检讨自营作业者或无一定雇主之劳工生活补助、生活补贴之适用范围及申请门槛。提案委员谢一峰、郑天才、赖世宝。237万，要求劳动部及经济部以本最佳预算案通过后提出书面报告重新检讨，请开函示之适当以后。提案委员王婉仪、陈江华、邱显志、蒋万恩、林淑芬。238万，敬请劳动部劳保局疫情期间突发条件劳工投保机制以大量停止劳工参与劳保之事业单位进行最终以访查。提案委员陈江华、邱显志、王婉仪。239万，敬请劳动部就自营作业者或无一定雇主劳工之生活补贴办法延伸至包含108年度个人综合所得税总额未达综合所得税课税标准进行检讨。提案委员邱显志、陈江华、王婉仪。240万，敬请劳动部就自营作业者或无一定雇主劳工之生活补贴办法有关107年度综合所得税总额未达综合所得税课税标准之申请条件提出可能补救之方式办法。提案委员邱显志、陈江华、王婉仪。241万，要求劳动部检讨该生活补贴计划之申请门槛，仍秉持弱势优先及排户之原则，适度放宽投保薪资之限制。提案委员王婉仪、邱显志、陈江华。242万，有建议劳工纾困生活补助有投保机制2.4万元以下方能清理，请农委会应协同劳动部尽速提出修正方案。提案委员庄瑞雄、江永昌、王美惠。243万，敬请劳动部从宽拟定各种协助措施，不再以有无参加劳保投保薪资作为补贴条件。提案委员张启禄、高鸿安、蔡碧如、赖香林。244万，敬请劳动部审视其申请资格存户问题，研拟其申请贷款相关办法。提案委员蔡碧如、陈江华、邱成远、高鸿安。245万，敬请劳动部会同金管会研拟放宽劳工贷款申贷条件。提案委员蔡碧如、高鸿安、张启禄、邱成远。246万，要求劳动部除应切实稽核假劳工，并检讨研议放宽劳工纾困现金还款门槛。提案委员廖国栋、陈超明、林文瑞。247万，劳动部应以网络建立平台。提案委员林思明、李登伟、曾明忠。248万，劳动部应考量随中华邮政利率变动情形调整利息补贴及贷款利率之可行性。提案委员张义梅、吴世海、廖婉如。249万，要求劳动部同为先导薪资补贴申请之管道及流程。提案委员张义梅、吴世海、廖婉如。250万，要求劳动部重新检讨自营作业者或无定雇主之劳工生活补贴之申请门槛。提案委员蒋万安、谢义峰、曾明忠。251万，要求劳动部针对上述对象研议补救措施，协助自营业者度过当前困境。提案委员林英华、赖世宝、曾明忠。252万，要求劳动部针对相关纾困补助办法研议补救措施。提案委员林英华、李登伟、郑正权。253万，要求劳动部应修正安心及时上工计划，应删除一年内计劳工保险或就业保险之投保记录之资格限制。提案委员郑天才、赖世宝、曾明忠。254万，要求劳动部应修正安心及时上工计划，放宽申请资格。提案委员郑天才、曾明忠、赖世宝。255万，要求劳动部提供本专案劳工纾困贷款10万元免利息。提案委员赖世宝、林登虎、曾明忠、李德伟、洪孟凯。256万，要求疫情如无法在3个月内结束，将劳工薪资补贴期限延长至6个月。提案委员赖世宝、林登虎、李德伟、曾明忠、洪孟凯。257万，敬请劳动部应同为宣导薪资补贴申请之管道及流程。提案委员徐淑华、万美玲、李德伟。258万，请劳动部除自行营业工作者之纾困方案外，在研议排户
给与其他受疫情影响正道观朋友们，现金纾困提案委员蒋万安、洪孟凯、万美玲、林卫忠。第259案，劳动部应妥善研拟相关规定，让申请对象充分了解。提案委员许淑华、万美玲、吕德伟。宣读完毕。宣读临时提案，长照2.0为了实现在地老化，提供从支持家庭居家、社区到住宿式照顾之多元连续服务，普及照顾服务系统，针对长期照顾服务机构之公共建筑认定之方式，并参考卫福部107年台内营制第170/08/05/21号函所示，考量现阶段我国整体长照资源尚待建制完备，为加速长照相关服务推动，原建议前刊170条暂不增列，长期照顾服务机构非提升行政效能，过渡期认定方式汇诊表一仍依现行营建规定，取消长期照顾服务机构应设置无障碍设施之规定，申请然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157条，新建公共建筑物及活动场所应规划设置便于各类身心障碍者行动与使用之设施及设备之精神相违背，原建请卫福部会同内政部营建署研议长期照顾机构无障碍设施之相关之实施相关细节，提案委员庄敬诚、连署委员和新存苏巧慧。第二案，有鉴于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之托育人员在职训练课程实施计划规范，托育人员应于期限内完成9大类别课程，每年依法因完成在职训练18小时而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原定全国22县市办理实体课程计1766场次，目前仅完成80场次，加上目前疫情仍也险峻，未来冲击的课程可能更多，而依社家属一等公务员加学习平台及育儿亲子网等网络课程对照表观之，其中仅托育服务规划及评估、儿童保育和托育安全及危机处理等课程无法以线上课程替代，为兼顾防疫与托育人员权益，原提案增加托育人员参与线上课程之采任时数至少12小时。提案文庄敬诚、连署人洪生汉、苏巧慧。第三案，鉴于纾困方案繁多，申请方式繁复，各部会锁定纾困方案门槛不一，却无整合平台，虽有设立纾困振兴专案，亦无法附和民众的咨询需求，应敬请今天盘点会诊各部会纾困方案之资讯，规划建立网络平台说明一，许多民众曾经反映各部会的纾困方案复杂，常找不到对口单位，相关的纾困专线也常拨不进去，让许多有需求的劳工还有企业求助无门，这样政府一片好意，社会大众反而没有感受到，为了便民，政府应该要积极改善处理，为了当初政府和民间的合作，让我们这个口罩系统短短一个礼拜就能上线使用，很多国家也对我们的防疫经验非常称赞，而且就了解现在我们政府在推动数位国家的计划，对于目前的纾困振兴金计划，相信我们的数位科技实力绝对有这个技术能整合各部会的资讯，让有需要的民众企业能更快速清楚申请纾困方案的资讯。提案委员吴其明、罗美玲，民署委员陈秀华。第四案，有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对餐饮业带来严重冲击，进一步为执行受疫情影响之艰困事业新资金营运资金补贴，订定经济部对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影响发生营运困难产业事业纾困振兴办法，为新资金营运资金补贴适用对象为营收减少50%以上，对于许多中小型餐饮店服务业而言，人事与租金即占营收约30%，食材约占40%，若营业减少3至4%，已造成营业造成经营困难，令店家配合防疫社交距离政策，纷纷减少座位，拉开用餐空间，容客量更少，对于营业的冲击也更大。在政府希望店家不要裁员、减班、减薪的情况下，为避免此类中小型餐饮业者歇业或解散，如何维持基本营运是纾困的重点。综上，原请经济部持续向业界征询相关资讯，并研议分级纾困措施及租金补助或减免办法，协助中小型餐饮业服务业者度过疫情冲击。提案委员黄秀芳，联署人吴其明、陈明文、邱义莹、赖品瑜。第五案，有鉴于武汉肺炎疫情持续笼罩，防疫第一线的诊所及医院不但必须面对高风险，还因为看诊人数锐减，陷入经营的困难，因此要求行政院与财政部主管机关应在2周内应召集相关医疗工会与代表，针对此次疫情医院诊所等贷款纾困问题，提出相关之低利银行贷款优惠专案，以缓解医院诊所真正经营的压力，使其更
使其能更专心的在防疫工作上。提案委员管碧玲、联署委员庄瑞雄、许志杰。第六案，根据统计，自中港澳回国之我国籍人民有75%先至诊所、先至基层诊所就诊，再由诊所进行 COVID-19 诊所诊状之问诊及立即警示转诊，由此可知基层诊所医疗人员所承受之风险之高。但据台大医院企业工会、台湾护理产业工会调查显示，目前 N95 口罩、防水隔离衣及护目镜等防疫物资不足，显然至第一线医疗人员在高危险的环境下更有防疫破口的风险，因此要求行政院卫福部、健保署等主管机关应紧速补足基层医院诊所目前所需之 N95 口罩、防水隔离衣及护目镜等防疫物资，并在一周内召集各地医师工会及协会与医界沟通与讨论相关防疫物资及必需药品之调度及配置，并建立反应沟通平台。提案委员管碧玲、联署委员庄瑞雄、许志杰。第七案，此次因武汉肺炎肆虐影响全球经济与民众健康，甚至而站在防疫第一线的医院诊所受到冲击更是直接而严峻。根据统计，自中港澳回国至我国籍人民有75%先至基层诊所就诊，再由诊所进行 COVID-19 诊状之位的及立即警示转诊，而医院更是收治急重症患者的重要存活关键因素。而此次疫情来势凶猛，传染力无远弗届，让人防不胜防。因此第一线的医疗院所必须花费更多的人力与时间在防疫的工作上，但造成疫情期间的各项防疫之人力及软硬体支出增加，医疗工作人员承担着巨大的健康风险，但医疗院所却因人数、因防疫安全各项因素而反而减低，影响及其经营反陷入困境。有鉴于此次台湾防疫工作成功，死亡人数较世界各国为低，除了全体国人通力合作配合外，也是所有医疗院所付出其巨大成本与医疗人员牺牲健康所获的成果。为确保强化医院诊所所做疫情防线与鼓励第一层及医护人员，建议行政院与财政部等主管机关应调整医院诊所108年度与109年度执行业务者费用标准，有关院所必要成本扣除而由80%提高至90%，又因108年度之成本扣除了已经审查完毕，因此要求应援引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7条，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实施必要之应变处置或措施，助其度过此难关。提案委员管碧玲、联署委员赖慧媛、林怡景。第八案，行政院日前通过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由卫生福利部编列办理应变医院准备与隔离收治防疫物资征用及采购发给接受居家隔离检疫者及其请假照顾之家属防疫补偿金、集中检疫场所人员津贴、购置新型冠状病毒检疫试剂、耗材仪器设备、研发疫苗及治疗药物紧急准备金等。但是该预算并未包含补助基层诊所及院所层级，有鉴于目前相关反应必须与基层诊所及医院互相配合及与支援，要求行政院卫福部、健保署应将驻基层诊所及医院纳入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的补助范围内，并紧速针对相关防疫预算物资及必需药品之调度及配置与医界沟通与讨论，建立反应沟通平台，以收集各地医师工会及协会的审核意见，尊重医界专业之建议，一起防疫。提案委员管碧玲、联署委员赖慧媛、林怡景。第九案，为了纾困受到疫情冲击最大的观光产业，交通部为促进旅行业、旅宿业、观光游乐业的发展，推出人才培训转型计划，提供企业或工协会举办员工训练、员工培训课程，每期课程上限120小时，学员可领到每小时158元的补助，每月最多领到18960万元。但于纾困1.0的方案里，对人才培训经费仅编列5亿元。反应过度踊跃，引发增多增少的争议，因此在纾困2.0已追加15亿元，将预算提高至20亿元，期望可以满足需求。为了让人才培训的补助可以让雇主将人才留下，作为疫情过后的复苏力量，确实发挥留才、育才、用才的效果，以达到协助旅宿业者发展之作用。人才培训补助应与陆军专落实在全台观光
产观光业者上对于预算下名额不足的情况，要求交通部应适时通盘检讨，做出滚动式修正。提案委员王美惠、罗美玲、庄瑞雄宣读完毕。好，报告委员会，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协商。委员们坐在协商桌的我的这边看去右边，官员坐在左边，我们现在就定位啊、哦！我们现在开始协商，那么请媒体的先生们让我们开会，感谢，非常感谢。请那个政府官员可以坐到这边来吧，好不好？第一个新同案行政院的长官，包括副秘书长，包括主席长，同案部分，其他各方先不要，好不好？同案的先来。要不要来45分？不是，我们讲45分了，因为还差三分多钟。对，主席长过来，主席长啊，那部长先不要没关系，因为现在先通案了。到哈，就主机长啊，何文明不来啊？啊，我们原来是45分，45分也是在30分钟而已。行政院，我们45开始了哈，那现在可以先沟通一下。等一下就可以很快进行了。行政的处长也可以先来一下吧。处长在哪里？处长，先坐吧。可能等电梯啊。现场再决定好不好？我先不能收。现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啊，跟各位做几个报告啊，就是等一下每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处理，先处理通案，所以行政院的长官要到，那个副秘书长啊，还有我们主席长，他是等电梯哈、啊，等一下马上到，45开始哈、啊，然后各单位处理完毕，首长可以离开啊，留下最少国会联络员呢、啊，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比较好，这样哈、啊，好吧？我们时间很快了，如果可以不离开，最好不要离开了。我们可能这样。
我们45分准时开始哦。如果何副秘还没有来的话，就总招代理了。哎，啊、哦，哎。没有啦，上次我说的。那个好，我上班了，我上班了。好，我们进行，我们正式开始进行预算的协商。在之前跟各位做几点的报告。第一点啊，我看了一下，这次并没有删减案啊，并没有删减案，所以主决议部分啊，请各单位啊尽量尊重立委啊，立委们的意见呢、啊，其实都是从民间反映上来的啊。这是第一点说明。第二点。因为这次主要是希望能够纾困振兴，所以我们很多从民间的反应啊，会希望政府能够在某些程度啊，再给一般的老百姓、普罗大众啊，再多一点的帮助。这一部分呢、啊，如果金额不是很大，我们也希望行政部门尽量的能够来答应，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很快了，好不好？好，第一案没问题。啊，可以。好，谢谢。OK， 通过第二，没问题。叫，是不是要讲一下哈、哦？我们今天有200多个案子，哦，那我们有限的时间嘛，哈、哦。是、啊。上一次是礼拜三、礼拜四审查嘛，是、啊哦。然后轮到礼拜一的时候，说中礼拜一来做处理，那这一次是昨天中午以后才会审出来200多个案子。也有加上一些临提，所以将近279个案子哈，那个时间很紧迫，那总有各部会，所以我认为第一个，我们注意原则上先讲一个注意原则，因为很多案子是啊，食品的论是同样的，要结成一案就好了。可以可以，就做赏快点啦。好了，在啦。要结成一案，各部会自己把它整理出来结成一案，啊，能够做到就尽量答应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下礼拜二，我们这边结束以后都是委员会协商嘛，协商以后下礼拜，我想院长明天会请各党团有什么要提案再可以再提，当然是可以再提。还有院长组织超级协商，院长的组织超级协商会在下礼拜二下午开始，所以今天假如各部会来不及去沟通，因为时间太短，要拜访各委员，可能时间太短。只要真的很大争执就保留，我们还让他继续沟通，我下礼拜二还可以再处理。这样的时候，我们进行的速度才会快。否则的话，一个案子大家变来变去哦，278个，就是几十案弄不完的啊。尽量的请行政部门尽量答应，不能答应的就送保留，就是这样。然后还有时间去沟通嘛，利用周末啊，明天等马上去沟通啊。好，第三案可以吗？第三案 OK 了。OK 了。第三案，主计总处表这一件哈、啊，因为那个要我那个第三段的那个第三行开始哈、啊，有三段的文字、啊、改为是说，有并应于预算执行期间后面呢、啊、改为说，行政院应就疫情及相关。预算执行依本条例第18条规定其程，向本院提出书面报告。那个第三题，请主席长把它改好了，再给我们好不好？第三题先跳过去。主席是有关于第三案、事实上第四案、第七、第十八、十九、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都是一样。好，要定期来，那个。要来这种啊，就他每周他必在一起看待，好不好？他改以后，改以后我们一起来嘛，好不好？第三、第四哦，第三、第四、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七、十八、十九，是吧？来，我们长官意思，对、啊、好不好？好不好？好，三四十七、十八、十九，我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十一，
他已经在改了，改了以后就送给大家，所以我们这几案先暂时通过去。第十七案，十七案，十七案，啊，不是第五案，第五案，各位，第五案可以吗？第五案可以啊，可以通过。第六案可以吗？建制单一个整合网站，何文明不在吧？那这个是要第六案，请先讲一下好不好？第六案来，何文明第六案不在吧？请修正一下文字好吗？就是倒数第二行哦，不必再连接到其他机关网站，因为这个实务上会有点问题，所以是不是这句话可以删除就可以了？这样哪一个？哪一个？倒数第三，不必再需连接到其他机关网站，这句话掉。对，提案委员邱显智可以吗？邱委员。啊，没有行政院好，通过，小组通过第七案，第七案，这可以同意，同意，通过了啊、哦。第七案哈、哦，第二案后面四七四八，还有通审会哈、哦、，NCC 的预算都 NCC 的案子都一样，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尽量来处理。是，那个降温案呢，到时候再讲好不好？一个案子一个案子了哈、哦。到四十七案，你是说比照第七案通过这样的？现在这样一讲，我们没办法 follow 了。我建议啊，一个一个案子来。好了，到后面四十几案的时候，我们跟我们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不好？好，那也要一起看待一下嘛，哈。可以的，那时候再讲了，好不好？第八案，第八案，可以吗？可以同意。同意。好，第九案。第九案，请改建请案，好吗？第九案，原请的，他就已经原请了。建请。好，同意。好，改建请了。那个第一二三四五第五行的原请改成建请，通过。第十案可以的，通过。第十一案，十一案和后面的三十二、三三都有问题。哦，先不要讲后面，先讲这案子。两周内啊、哦，请让主，这个是主席组。对对，那个是因为跟那个跟那个条例是有一点问题的，那是他说以缓聚集挪动之预算集体使用仅，那个是我觉得跟那个法条的条例是有这个差异。他没有违法，他只是条例是三个月报告，新闻报告。半年来立完报告嘛？他只是讲而已，他没让你来报告嘛？那保留了，好不好？保留了。对，以缓聚集是用灾防法，这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吧？你这要怎么样？总预算特别预算聚集，这个应该可以吧？这个是这应该的、啊，可以，有什么好争议的？你这个本来以缓聚集就是可以的嘛。啊，他只是要你把资讯公开而已，又没有说第三执行情形叫条例第十八条，他有规定很清楚，也是民众党提出来的嘛。你现在超过那条例之后，暂时保留一下没有关系。我们会定期把那个他本来总预算的特别预算以及基金的情况会。好吧，第十一的保留，十一保留，第十二，来。来回答。十二可以了吧 ？OK 了，十二通过。要不要？等一下，哦，中招哎。可以啊。老哥说可以啊，十二老哥说可以。三十四都可以啊。十三、十四可以啊。十五也可以啊。十三通过，十四通过，十五。十五，我们尊重委员的提案，可是啊，有几个文字修改，那个导数第二行，请行政院督。会诊改为督导过相关主管机关将受理地方政府补助情形公布于网站，以利本院了解预算执行情形。做文字修正，那个内容没有改变。请进去，好不好？好了，是修正通过了啊。好，好，文字。苏小慧督导苏正昌了。好了。16，这个朱哥哦，你现在公布网站也可以的哦，这个我没有，但是如果说你。你可以送给委员会，为什么不送给联席会呢？你一样可以送嘛，你公布还公布啦，
啊，你现在要送给委员会的参考的，那你那里面没有送的送立法院嘛？他直接网上公布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没成片嘛？啊，所以你现在公告是公告嘛？他原来的意思是说，你希望你能够把这些会诊这些资料，让我们了解他的执行情形，那你就也送一份报告给联席。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还有我们这怎么改好不好？我们改回住院再处理。会诊以后干什么了？那这送立法院还是往上？啊，两个都来了，两个都来了，他是都来了，他的意思两个都来了，两个都来了。保留，没问题的啊。会不会一起变动了？文字调整一下再来啊。十万保留，16万。行政院，可以吗？可以。16万通过，17万。可以啊，通过18万，那一起保留嘛？刚才讲过啊，第三、第四、11、18，第十八、19、二十。十八案就是朱主席长讲的，他就是公布专属网站，就他讲的，哎、欸。主要是你们2周内本来专属网站就要架，所以所有的跟网站有关、跟资讯有关的，全部都并一包嘛。对，都要柯总找我共，就是相关的其实就放，就是通通放一起。所以刚招委你说逐万念，但是这个因为它里面不能说这边两个礼拜，那边一个月啊，这边要这个，那边要那个，没意思嘛。不是，艺术家你就一个案子把它固定好，以后就比较这个案子就好了、啊。哎、欸，上次那个案子没有一个案子可以让它比照，还是要整合一下，所以才保留啊。好，好，不要再共了。上一次那个条例通过的附带决议第十条已经讲过，行政院应定期依本条例第十八条。定期对啊，所以有的每个礼拜有的写每两个礼拜啊，还是整合一下。那主席啊，是啊，我刚才就讲过，第三案、第四案哈，那七案的这样态那个先通过哦，18、19、20、21哦，这些都是同样一个性质的，在同样性质的时候，在立法院审查条例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附带决议，就是刚才主议长所谈的定期公告，所以这个要并成一案再处理，好不好？好了，好，3、4、17、18、19、20、21，这几个案子就一起。我十七可以啊，十七没有，不用担心旁牛姐啊。3、4、18、19、20、21，好，就你个案子。两周呢，那个叫台北通轨的啊，八台。这个等一下讲好不好？这几个案子，请主席长把你心目中认为可以接受的，把它写一个正式文字给我。先不要等一下我们处理啊。19就拖过去了，20拖过去，21拖过去，22请甘老师，22可以吗？可不可以先上申请了、啊？那个金管会、啊。金管会可以吗？金管会，纾困的金管会，金管长官。其实是财政部就可以做决定，财政部可以做决定。来，是不是？跟委员报告，我们关谷行库、公谷行库是可以的。关谷行库都可以的啊。对。不过。跟文报是，我们会尽量去要求，像第一银行，它本身就是可以的。好，二十二通过了，好不好？啊，通过了。通过。我没有要求，要做要求嘛？要求跟银行。可以的。哎，我们金管会。金管会跟要求民间银行的一样的，一样的，民间可以，他。原来在的，在。现在有一些银行并没有能力。我们要求嘛，要求嘛。好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请金管会研议？不要原力，不要原力，原力等于没有，不要原力，哎、欸，就是要这样做。请银行要求各银行啊，对吧？好，不要原力，不要原力。好了，要求。要求各银行了。要求各银行啊，你得不了，好。好，通过23。各银行对，这个保留，这个请金管会回答一下。这个和31案，那是吧？你自己有31案哦。这个时间极限的问题，好、哦。23的话，我们是建议把那个倒数第二行哈、哦，多音啊、那是不是把音字改成
得。好，因为哈这个因的话，就这个可能啊、有些东西的话会做不来哈。那个政委，你看怎么样？政委，政委会不会觉得怎么样？实务上我不太了解。不是宽限期一年的，就给他拉一年呢，贷款给他给他。宽限期就是一年不要还本了。执行上会，这个本来就是金管会的时候，不是当时就答应的吗？你如果说他一年不要还本了，他已经是认为是应该纾困贷款的部分，那不只是可以有一年的宽限期，甚至于有些他都一年可以免息。啊，这个有什么好争议的？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已经这样做了嘛。他现在讲的是纾困贷款的部分嘛。了解，但是因为各部会的贷款哈、哦，就是条件都不一样啊。啊，但是宽限期都应该这责任呢。小伟，简单的工作你唔做，你咪打行口啊，打位都咧规定这，这个本来就是你们要统一去搞的。好，那个小伟、啊、先保留了，不然就看一下31案。不是这个已经在31案是招委你自己的案子，这两个案子你们并一下看一下啊，再一起讨论。23已经在做了，已经目前在做了，行政部门在做互助。对，因为他的纾困贷款的计划各项目不各银行都不一样，你现在全部一并都要求说都要一年以上，你要算说这些银行里面他回去成本如何嘛？你不可能基本上一刀切就全部都一致啊。他本来是纾困贷款的计划项目不同，期限不同，利率不同，你现在不能一刀切啊！他本来就是为了纾困，绝对不会有别的目的。所以你啊，金马公要求这23案就一定要是一年以上，他本来的计划就不是这样，成本你当然不同。这个应该郭委员跟招委可理解嘛？他现在已经这么做了，就是宽限期一年。招委，企业的贷款哦，银行工会都有决议的说，宽限到明年底，也超过一年半。所以是对你们现在对所有的纾困贷款，所以一年以上哦，是写一年以上。对，一般的贷款企业的，他们其实银行工会自己都有决议，也省鬼嘛。那、啊、你现在一个决议下去，一定要一刀切，全部都一年以上，这个他们不一定做得到的。有他的原则上嘛，他讲是原则上就是一年以上嘛。如果你各行各业有更优惠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考量，那个招委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很多的纾困其实都是要求他一年以上嘛。啊，审计有一些是一年之内是免息的，都比这个还优厚嘛。那个有一些方案呢、啊，其实那个宽限期限只有六个月。你立刻讲嘛，你讲出来嘛，你就把它讲出来嘛。就像个人呐、啊，来，比如说、那个、我讲这个，我研究过了，来我讲。主席啊，你23案和你31案一起看，你31案是三年，这里一年三年，后面有30年，都是你提的吧？先讲23案啊。23万是除了央行小官有营业员可能有问题，其他都是一年以上了，其他都一年以上，就是你刚才提就小规模小规模营业员的，对啊，经济部就一年嘛，小规模是一年嘛，对，就一年嘛。那你现在有一年以上，后面你31万你要弄个三年，那就以上不要了，就一年嘛。啊，一年嘛，一年。小规模三十一年也是半年哦。啊，那个。那个是个人，他这一段时间都可以申请。我怕你有几年啊？你起码要从不几年想到三年，你这提案都有矛盾了、啊。你提案有一年有三年了、啊，你看你31。他是个别行业啦，这个讲的是通案，都是一样银行嘛。这个是通案嘛，什么行业都一样嘛。不一样啦，31案是小规模营业员。23万是一般的企业了、啊，招委帮我这样建议看看可不可行呢、啊？对，因为有些半年他们有讲了嘛，是，就是说如宽限期低于一年的哦，那个贷款人要求展延哦，不应刁难啊那下嘛，他其实可展延啊。主席啊，哎，你咱的新的预算，让部长徛伫遐嘛，怪怪。不徛咧啊？有啊，我看沈部长都徛伫遐。买了，那买了，来瞧这个啦。刚刚你讲的是个人的贷款的部分，在后面慢慢来啦。来，我讲一下好不好？23、31先保留。好了，总可以从后再来啊，好不好？不，整个好再来，好不好？不要说等，现在都不处理，请行政部门写一个妥协的方案拿。写一个他可以接受，再来共和我。好了。好，你摆在共嘛，不要紧了，好。先保留到后面。现场曹永祥在处理嘛？23跟31了。哎，对。
23、31保留，但是请金管会赶快写一个你们可以接受的啦，啊，那个金管会付出，现在赶快弄回24，够了 ，OK 了 ，OK 了。20可以啊，25万可以了。等一下吧，等一下。主席总事，25万怎么样？他这里有改了哈。第二审计部有意，审计部要想要做文字修正，OK 了，就照审计部的修正意见。审计部好，张委员同意了哈。好，行政面第二行，行政审计部字。那个地方全部划掉，改成以行政院提出半年结算报告及年度会计报告后，然后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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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提出书面报告。好，第二回就 OK 了，通过了，修正通过。有，他有了，修正通过了啊。26在我，央行，为什么这么讲啊？等一下严副总裁啊，你们的那个财经公司去年赚几十亿啊？你讲赚几十亿啊？40亿啊？不，赚40亿啊？没有，40几亿啊？26亿，40几亿的营业赚26亿啊？这个时候倒是困难的，不是手续要减一半，可不可以？还能免啦？那个报告委员，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提案啊，就是说这个案子还涉及到银行和银行工会之间去协调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会同金管会来研议这个案子的，在这个金管会同意的，我们问了金管会同意的，我们都会研议的，我们一起那先提个修正出来再讲好不好？保留你要修正是吧？我跟各位报告啊。央行底下的财经公司去年营业额46亿，赚了20几亿。我们这么一点点说，他的手续费一点点，各位去取个1万块、2万块，就跟他们俩在减半收。那个金管会，我们问他们相关的，他都同意。听起来不是央行可以决定，还要跟没有啦，金管会要决定。他刚才就这样讲嘛，我就讲个人而已啊。整合一个案子再来讲嘛。等一下不要急嘛，你老哥不要急。财经公司这一块哈，我们可以考虑，但是银行端哈，就不是央行这边能够出。啊，我就要求你央行啊。但是你 ATM 是有两块，一块是银行收的，一块是财经。你看我的提案哦，我要求央行会同金管会协调财经公司嘛。啊，你们去协调啊。你这边有协调金融机构、啊、金融机构和财经公司。啊，你就抓到你讲。不要紧了，改建钱就好了。要求改建钱嘛？不啦，这你看这个实际就不要建钱。不啦，那个主席，我们是不是可以延议一下？不要延议，我不同意延议。保留那个主席。保留。你们保留了，我们会延议啦啊、哦。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其实去年的4月1号，我们就已经采那个分期。没有关系嘛、哦，到时候因为财经公司。营运非常好，你要降财经公司嘛，银行不降也 OK 吧？来，这边让我诸位啊，这些东西牵涉到不是央行，各银行啦、啊，他有一个案子让他提出来，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好、哦，你这保留了，我绝对反对严厉了，各位。你的没有，你的讲都保留，大家都听得懂。但是温水要怎么样，他们能不能接受？就要写出来再来谈嘛。老柯跟各位，我向各位报告了啊、哦。我们对1500亿的追加预算没有砍一毛钱呐、啊！大家都在想说，尽量帮你，还下节要怕什么？老百姓就尽量能帮就帮啦，不要自己这样子啊！好了，保留保留，没关系，但是我反对严厉啦，我反对严厉啦，我反对严厉，也不要再讲了。二千，没不管，你要不要严厉哦？没有严厉，我反对。你反对，这是一种意见。他写出来有，你再来反对好不好？可以。那如果要这样子的话，我要坚持去保留。好，我要去表决，速度要快。下节呀，我坚持去表决。好，好。你落啦，会当参详啦，听我的意见一下，大家互相啊。好啦，好啦。嘿啦，你不要保留一下啦，无保留啦，好不？再参详一下。啊，就保留。无要保留，你要反对参详这点，我就输啊。安尼好不？好，要下节呀，好。27啊，保留啊，好，保留不？27年啊，27年。
不是啦，大家不是讲无要过头。你要提出提出。公了嘛吼，伊先啦。他有修正动议，他有修正二七案，他们没有反对了哦。二七案保留。啊，保留。二七案一定要保留，这你要让民意能来，可以有申请去开分行。他做了，他到底做多少案子啊？你这个是在逐一民意堂嘛？这个要弄清楚吧？要不？我台我直接按底下那个。在嘞，好，阿斯曼。来，把票来，把信。阿斯曼，资讯揭露，这样可以吗？可不可以？我们遵照办理。遵照办理啊。通过29案，29案有关那个以成效哈，那已经在第一案里面有时候要提出成效，定期最后倒数第二行，以成效定期函报，没有，他要定期公告于网站哪里了？成效已经在并第一案处理了，你就并那个嘛，照条例来就好了嘛，主席长。你就要照条例处理，应该怎么说处理？他这只是一个正常的描述而已嘛，对，无所谓啦。就是定期公告于网站了的，就是定期公告于网站啊。你跟你讲，我跟老哥不一样啊。没有跟他你讲的跟他不一样啊，你们俩不一样啊。这不讲啊，老主席长，这个现在那什么？主席长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有哪一点尊重了？尊重主席长了，好不好？要讲不对。他的意思是不要给立法院，要直接上网啊！你脸啊！你们不要便宜行事啊！上九分楼，你怕你超到紧啊？没有，那个成效已经，那个是定期去做成效做短期，因为成效已经在第一案已经有。那就一样嘛！啊你第一案跟这个决议不上面出去吧？多写一遍，多写一遍也没什么关系啊！他，那就确定了，那就是。给立法院报告以及上网了，安尼俩，无所谓啦，无所谓啦，这无所谓。好，通过了哦。啊，上网啊！啊，请各位委员去到网上查询，是不是？可以啊，全民监督了，不是叫全民监督了？那上网的全民监督了后啊？没有啊。这两个，加起来，成效两个字是不是被删掉了？成效两个字删掉了。好了，成效两个字删掉了哦。执行情况定期这讲就有道理了，函报立法院了，函报立法院被查，定公告于网站哪里呢？哎，好吗？好了，好了，成效没关系，那个有道理啊，你公告有合理。三十二，成效一等在走嘛，还在写绩效评估，在写一些效益。三十二，请中央讲讲话。三十二反对了，这个在乔议长表决11条的时候就表决过了。什么地方政府要问10%，这个怎么执行？啊，帮改成一定比例啊，不就挂了啊？这比例按照省出来啊？今天比例按照省，比例按照统筹分配税款14，有这么简单啊？哎，对，有这么简单就可以处理，就这么简单呢？这条例和统筹分配税款有什么关联呢？其实按照特别预算，按照统筹办法去给地方。因为你们现在编的只有1.8%而已啊，我们希望能够加10%。那是吧，主席啊？哎，这条哈，这是外来的。这条国民党的提案在条例上第11条就有表决，第11条表决就被反对掉了。好，再处理一遍。啊，你这个10%是什么逻辑？你是讲提一块钱啊？你统筹分配税款。统筹分配税款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钱不是从统筹分配税款来的嘛？我知道你的原意啦，你是从那管之前管区总会管区要提去分钱做些民主啊？这是中央要定地方合作，什么中央执行，什么地方执行，这是一定的。你个定是38那个逻辑。啊，不，统筹分配款叫做48拿掉，那一定比例可以。那买几盒不？那买几保留不？一定比例48拿掉。这也是保留，好不好？好，买个几啊？这议会的标杆给我个条件，是谁？总裁，那个是48删掉一定比例，这样可不可以啊？那个你按照地方统，他说一定比例啦，不要累14%，可不可以啦？当然不可以啊！也啊，第二例就是被反对的意思啊，对不？啊，这是国际的被反对的意思嘛？你提这民主，这中央执行啊，中央执行的几？对，什么民主啦？无同款，那个统筹分配这个概念是不一样啊。统筹分配是我叫分什么分？那统筹分配是。
是碰到十八证就要四十八，这两个你们听清了没有？还要地方议会通过了，也不足够的了。我跟你讲啊，这个完全不一样，跟地方中央跟地方中央是纾困的，这个要命钱救命钱呢，对不对？他现在相关单位啊，主计长是，他们是把改成请各部会横酌地方政府紧急事项人力调配及经费应用之需求，编列相关的补助款。啊嘞，这个内政部也有，这可不可以？内政部本来就办法都有嘛。对，这可不可以？还是啊，哎，好，来，阿弟啊，修正通过了啊，不是啊，在阿弟啊，哦，好了好了，啊，这给你啊，这给你，这给你，好，三十一案。三十三一样保留吗？刚才一样的意思吗？好吧，保留。二十三案的意思吗？三十二十一。请金管会回答好不好？卡在信用有问题的，还在欠我。三十二之一的话，我们是建议有一个维护修正了啊。原因的话就是说，我们看倒数。不要讲原因，你怎么改，告诉我们就好了。好了，倒数第三行哈，这个规定在一定金额以下，逗号后，这个把它划掉啊，因为这个很难去界定。而且我们都已经这个有五千多件申请，然后三千多件已经快速核准了，可以吗？规定在一定金额以下删掉，其他的可以，是不是？是。好，通过。就他们的意思啊，等，文子长过来看一下你，哎，你怎么说？他只是放宽而已，放宽了不摸下的，放宽而已啦，没什么了，了不起的。刚才说保留了，你本来也是一定金额，你这是改什么？删掉了嘛？啊？删掉了，删钱了。就删除规定在一定金额以下，逗号或这几个字把它删掉。好，你可以就可以了。好了，对，就是三十几个字，三十二之二，三十二之二，刚才说保留，保留。你嫌了保留，你讲了一点那么三十二，你听不到三十二变保留了。我提一个案子要保留，刚才要保留，刚才前面刚。哦，那案子一样嘛，第十一案也一并保留啊。啊，这个有什么好保留的？这当然要保留啊。想要保留啊？你可以。这都讲不过赵曹你们。曹毅来讲多久都多久，叫曹毅来嘛，啊、对不对？怎么样？说了，赵法力来啊，赵法力来，赵曹毅来嘛。三哥会啦，你就下去哥会啦。不是，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这个三哥会、没有关系哦。讲以往积极，刚才告官案子也是以往积极啊。我们现在刚才保留这个一定要保留啊。我们现在这个情形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审预算的时候，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名义送过来，所以我们希望他在一个月之内把他的以往积极的第一次的四百亿跟第二次的一千亿，他的详细的情形做一个报告。一件本来是秘密的，是一点太讲了，好，他的案子一起处理了，好不好？先保留。无啦，你来保留。台中港保留以后，后边你无。无你刚刚看到我提案，你就要保留，你是惊啥物？都无啥人惊。啊，这也毋是啥物。这跟你无关的，你提案，我讲一时想要甲伊碰着。对啊，碰着。你讲要保留，侬还未讨论，就讲要保留。要甲伊碰着啦，哎。没啦，因为你讲，你讲保留三港关的，台中保留三港关的，到底要处理啥？这位处理无要紧啦，嘿啦。无啦，我这下面无同款，我这是你们本来就应该有的嘛，你们本来已经框列四百亿跟一千亿嘛。哦，您本来就框列讲，您要伫依法自己这四百亿加一千亿，你们已经框列了嘛？我希望你们把这一千亿跟四百亿的框列的部分是依法自己的部分是在哪里？你们让我们知道一下，然后你目前执行的情形怎么样？一个月的时间给你们，本来你们预算送来之前，你们就要告诉我们的呢。啊，我们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啊，这样子还做不到。这些资料 OK 了。这些某一个项目，来，主席长讲悄悄话。某一些项目都在行政院网站找得到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改为这样子的？预算就是说，
马强，马强，你知二甲知三，你也知会。知道了，知道三三知道，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怎样不一样啦？我讲你这回看啦，因为你的理由到尾要讲出来，要赶快啦。他知二是中央的啦，因为自己的项目不一样。我们是说有修改分配的时候就送来嘛，因为平常没有就不。那刘志怎么改嘛？刘志怎么改？文字改，我们文字改再给你好了。好吧，那文字改完再来再来处理了，好不好？要曹先生保留，就是被处理了。啊，你全部保留了，我现在都不要处理了。如果你没法处理了，现在处理不了了。张伟，建议这两个案子都保留一下，没办法保留啊，老柯没给他保留啊，修正啊，对不对？老柯没给他保留，还省什么？我们都不要省了，都保留，全部都保留好了，全全送出去啊。这个提案本来就你们本来在审预算之前就应该给我们的，因为你们已经公布好几次，你们第一次一碗计集是400亿，第二次一碗计集是1000亿，总共我们的这个预算是3500亿，加上7000亿的融资贷款，那这个部分本来是你们早就应该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现在没有跟你要求，还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说你把这些详细的资料给我们了解一下，通盘的了解，然后到目前为止执行的今天怎么样？安尼有问题？安尼啦，安尼啊，我都管明细，安尼我都拢未使做一啦。那张会长刚刚有在做决议哦。那主席。主席。就把明细两个杀死那个，而且我们就是尊重翁委员的提案了、啊，把明细两个字，不要，明细资料，明细这相关资料了，相关资料，还没有相关跟明细，你就赶快，好了，明细改成相关了，好了，那得了，相关了，相关了，资料明细了，可能也好，翁从军比胖姐了，嘿呢。今两日较有记得啦，今两日这提案较有记得啦。他相关已经有了，所以明细删掉了，明细删掉了。哎，好了，两个走，拜托。好了，好，来继续。三三至三来，可以吗，主席长？三十二至三。哦，相关资料啊，三十二至三，大家都无用啦，现在。而且改迄明细提标了，相关资料的好啊。相关啦，好啦，相关啦。整天在做 paperwork 啊。所有行政单位整天在做文书处理啊。现在纾困业务很忙啊，嘿啦，体会一下。这个不是说跟纾困没有关系，这个是他们编预算之前已经一再公告的东西嘛，你本来就应该给我们的，我们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还有什么？好啦，都别说我唔。修正。这是你唔对的，我互恁。好啦，给他。主席长，怎么样？可以吗，主席长？三杀是三垮解啦，明细贴标啦，三杀是三改相关资料，改相关资料。进一步有没有意见？执行项目及情形等相关资料啦。经济部意见无？再垮解啦，更解啦。啊，你经济部拢无咧听？恁的一个相关的资料，恁敢有法度？三十二至三。没有意见了。32G3迄个啦，无啦，敢问一下。执行项目及情形等相关资料啦。跟这部有法度无？相关而已，也不。OK 啦 ，OK 啦，资料都在通过。OK 啦，相关资料 OK 啦，通过了。跟到来再讲啦，管容易嘛。修正文字通过了，修正文字。老柯，如果你每一条都保留，我们就不要审了，真的。如果你每一条保留，我们就不要审了，真的。全部送给党了。不要啦，我们一门不要因为本心，好不好？我们能够调整。我公务员好屁耶！交易这条听你的呢，修正通过呢。修正通过了。今天神经病。学生队长的，他的修正通过了。修正通过了。修正通过了。保留了，没有了，没有了，他没有，他这两岸他修正通过了。好，能上了。可以啦，修正通过了。对，你看，修正通过了。你看，翁同志松开这个引导物。我这是。不要生气啦，当然通过了啦，不是保留啦。我是硬要恁徛呀，你讲这这。三三四四啦，三三四四。好啦，伊个该啊。我来讲，阮这个提出来，做无亏的。好，能够上，能够上，哎，对不？好啊。好啦。恁照讲起，恁照着爱护阮，啊，阮直接。好，好，你。一人一点啊，亏嘛无。翁同志不要吵。翁同志，请你注意听一下。你讲一个。三十二次数，我们是反对哦。你哪个问题哦？
这条例是照条例通过，你违反条例啊，还有六三条有排除啊，那这条买了啦，一条打工广告，人家排除个单书，个单书的，那下了去啊。三十二之四啊！我完了都，您这个他提协商不要紧啦，反正再讨论一下啦。啊！再讲无结论啦，这底下那论都不结论。三十二之四保留了哦。啊！这个议员不要过去哦。啊！来。三十二之五。哪位讲话？三十二之五可以吗？来，部长。主席这边做一个文字修正，就是说第一行里面特别预算这样一个追加预算案，特别预算的追加预算，特别预算追加案啊，追加预算案啊，对，变成追加预算嘛，对，好了，对，应该是啊，通过了啊，好啊，谢谢，再来重新的意思通过啊，一要下一个税啊，错了，我写错了，哎，我在公司预算增加，哎呀，三十三万，请三十三万，我们这边是建议是不是可以停征改成减征啊？因为停征地方政府可以做，但是减征的前面减征的话，乡镇公所会受不了，哎，黑某才要停征啊，哎，就改成减征，来减征了，哎，减征通过哈 ，OK， 好，三十四万。改建结案嘛？不是，他不要进去，不要动不动。改建结案了，好吧？他是已经改成这样子了，这个主办单位是已经讲了，国发会会统、经济部、劳动部等相关单位在两个月内，然后后面巴拉巴拉巴拉向立法院相关委员会提出评估书面报告。我们这个改建结案呐、啊，这个疫情之间哦，他刚这样做评估，我可能评估会评估会有一。几个话都较重要了，好吧？这个改建议案，好吧？这样、哦，这国发会也没有的。这国发吼，这实在是拢恁家己制造的啦。这本来很单纯的东西，恁都打破坏，恁都往边在点那是。好像两周呢。啊，这你改成两个月了，他改成两个月了，已经改两个月了。你们的单位同意不嘛嘞？干单核明了清楚，恁改两个月了是吧？改两个月，改两个月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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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有通过，有提案在这边又送过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盲目打仗啊！啊，这个国宝会，你讲大洋的怎么提一下看卖？请部外啊！什么？还搞不弄看？这边没看。请各位各部外把提案的内容要修改。他们这边都没有。每个委员，特别是老柯，特别是老柯，一人不看的哎。那放我，赵总先生通过。赵伟。哦，搞错了，而且我也是有改两个月的呀。两个月，又是不是两个月？改了两个月了，已经改两个月了，可以了，三十万。三十万并三十四万一样的意思嘛？好，并三十万，以三十四为主了啊。同意了，同意了。并三十四以并一样就好了。好了，可以，可以。两个月了，改成两个月。可以了，以三十四万为主，三十四、三十五并为一案，以三十四为主。好，好，三十六案，同意了，同意。三十七案，同意，同意。等一下，原住民都给他同意了。M 会来，这个应该改建情原意了。那是情调活动。这个不行，已经我们有纾困有很多方案，劳工有劳工、移工、移民也有移民，现在原住民再来一个。我想并到你改原意就好，你不能原住民再一个特别纾困条例、纾困方案嘛？那你方案你们可以提呀、啊，又不是条、啊、又不是条例，就建议好不好？可以嘛？原民会啊，回答一下。你们可以吗？我就替你们争取哎、欸，说是建起原意，要求啦，要求比较实在啦，原意不能遑论多识啊，这个。这个平等原则啊，唔通个纾困个原住民的我就走啦，大家拢赶快啦，赶快变赶快啦。哎，我起码连一套都无啦，我讲。好啦，你要进一步哦，你要进一步哦，紧张去演绎一下，怎么在？你们说分成好几套啊？原住，你们说分成好几套，像我的农民甲渔民的过来。对啊，对啊。原住民当然要有演绎嘛，其他他怎么可能答应你？这个都是你们没有现在通过，这个都是你们现在答应的，平均多少钱啊？好吧，
忘记了，那忘记了啦。农民在挺过来的，几什么演义要在，就演义啊。演义现在不了了之了。你现在要求他还是不肯答应了、啊，他答应得出来吗？那几辆没有滑水机，你不要说。当然可以出了，怎么都出不来呢？你现在只管劳工，不管农渔民呐、啊。现在农渔民有了，还有原住民呐、啊，那个在乡下的，你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困难呐、啊。所以一定要特别严厉，但是我们现在是要那我们来政治算账好不好？到哦、啊，这个一定要严厉嘛，到底可不可以一定要严厉的？还有啦，等到严厉出来已经结束了啦，一起结束了啦，不要严厉啦，就是就马上做。每一个人对他都雇佣族群对他特别照顾，都要通盘检讨了，也要行政院去算一下多少钱才弄得出来。所以在这里说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做，我想这个东西哦、喔，也。委婉哦，宪法原则啦，这增加预算也不能这样搞啊，对，好不好？报告总长，原住民的食物不管是什么，都是在那个末端，从来没有人去注意的。对啊，原住民的我们都是要、這個、什么都对原住民都特别照顾，你放心的，好吧？现在纾困是及时的，马上的，对、啊、对、啊、对、啊，你在严厉就是两三个月以后的事了。立法委审查预算都可以做追加的。最佳你要才有，你要说你讲得清楚，清清楚楚，我就会同意的。到现在，张伟，这个是 OK。张伟，啊，现在咱是要救家的艰苦的劳保，加即马的设计，加族群是族群另外一谈呐、啊。一样哦。对啊，劳工也要啊。族群台面嘛，劳保嘛，劳工也要啊。不是劳工也要啊。也有都有啊。因为他是原住民，所以他针对原住民，劳工也要啊。我也是。大家都爱啊，不是讲专攻，不是离开对离婚都有啦，安尼多都唔免办呢。听我讲啊，即马就是无嘛，所以我们要求嘛。卖冤家啦，我记得。那我们就是。请原委会写一个案子，大家可以接受的，好不好？你先保留一下，其他新案子你可以接受。好了，这先保留啦，就这个跟我行啦。哦，这本案先保留了。先保留好了，先保留了。好不好？请各位注意听，现在有骗了2亿给原民会了啦。好、哦，那个又不够再讲，好不好？好、哦。2亿杯水车薪，连薪都不够。好了，先保留。38，一样的哦。可以吗？38呢？没关系吗？我们刚刚有跟政委员提案人协调过，他说可以加演义两个字了。加演义，对。他同意啊，他同意、啊。我们有跟政委员亲自联络过。啊。加在什么地方？最后，一演义相关纾困措施及经费。来，给你。一样嘛，严厉啊，加两个字来，严厉的，好了。哎，一样的，好不好？严厉的，好了。好，39，这个时代力量的39。金管会可以吗？39。这个有问题。金管会没有问题，他做文字修改了。一、哎、一定要修改。这每周怎么天天在做这个 paperwork 就好了。哎，有改过。这个张伟。我们今晚会表达一下意见，是不是？就是除了那个文字，我们从第二段啊，符合要符合现实啊，哈。关于协助第二段的啊，关于协助企业生态部分，原来是写金管会提出哈，这事实上是中央银行提出的方案，这不是金管会哈，所以就把那个金管会改成中央银行，好，可以，对。经济部也是吗？这个哈、哦，跟公务员报告，这个来的邱委员讲、哦，主席，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希望哈、哦，他确实去这一个检讨哈、哦，现在的这一个产业融资保证跟利息补贴计划了哈、哦，因为他现在的做法恐怕他是用这个下 KPI 的方式，然后让他有一个绩效出来嘛，结果变成是说。啊，这银行员就跑了半死，好、哦，那到处养狗，假公叫人家要贷款，然后真正是不是需要的人，哈、哦，搞不好也这个没办法贷到，啊，不需要的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又贷到这个款，当然就是有去排挤到这样的一个预算嘛，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他能够去检讨这些执行细节的部分啦，哈、哦，比如说到底是怎样贷不出来。好、哦，那或者是说要怎么样
检讨，才能够让真的需要的产业可以真的带得到。对啊，那你如果用美计的话，你就都没有检讨到现在执行的状况啊。美计不通啊。不过哈，每周是真的执行上会有很大的困难。对了，不然你干嘛？你干嘛？哪有每周在检讨这个有的秘密银行？你要怎么真检讨？好了，阿力哥，这荒谬公款原则啊！好，有那海公的原则啊！海公嘛，我们是希望真的是用美计哈。不是美计太狠了啦，美计太狠了啦！一万的不？保留好不好？保留了。不过这个赵伟。刚才的文字修改，如果是保留，但是今嘛就是讲变啦，美记很不接受了，美记闷了，美记不要了，美记了，你像美记还搞什么？不，美记不要了啦。哦 ，OK， 那其实金华不要紧张，这是建请案呐、啊，这建请案跟他没有关系啊，他怎么写都没关系啊，建请案保留了，保留。那文字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保留就没什么好讲了，保留就没什么好讲了。保留文字调整好不好？不是说建起案什么都没关系，我建起完工大陆你要不要？啊，这个还是要有一点道理的存在嘛。他写的没有道理，我觉得他写的没有道理啊，见仁见智啊。四十案可以吗？金管会。四十案的话，哈，我们为了就是。避免误解哈，我们有提一个文字的一个修正了哈，就是从这个第四行男逗号以后啊，未免误解提供这个对提供少数承租户降租服务而该不动产标的物即可一体适用，不需达到每月出租逾60%。最低年化收益率为达2.0.95%的规定门槛啊。后面那个恐有这个不公平之处的话，把它删掉了。第四行那个字能跨博，你第一遍的不要念一遍，因为跨博这个是不是四个字念一遍的话，沟通，然后没来沟通，又字又写的都看不懂啊。这是啥？你用跨博难怎么样？四个字划掉。简单改的话就是难未免误解对特定不动产标的物。哦，未免误解啊，哎，然后这一行的最后的话，那个确把它改成急，立即的急。有建议修正文字，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哎，那恐有不公平之处，把它删掉。后面那个好了，那是好，这样可以啊，这样可以吗？有没有问题？问他，这是我提的，你提的。对，因为都没有先沟通，然后现在那个。刚一拿放在桌上，字又看不懂，你们在写什么啊？可以再重新看他一下。但是现在才在开始，才在讲。简单没有？对，当然重点是后面，就是我们希望对于既然金管会有这个美意，希望协助民间能够透过这些寿险业可以降租，对不对？这本来是一个美意，但是我们看到是那个落实的不够。第一个是落实不够，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因为很多为了打开那个保险业，就对于所谓的保险法不动产投资收益的规定之后，大家真的又没有去好好的去做这个真的跟民间去减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诚意啦？这个我们是要省的。这个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事实上我们这个暂行措施它规定有两个哦，一个的话你仅有协助承租户降租的部分才可以豁免哦，这个是一个。那如果未协助承租户的部分是还是要回到我们原规定的，而且要我们审核它。对，所以你们是一个寿险业，但是是一个一个个案去看，对不对？是，不是说一个寿险业有一案，它就可以都解除？对啊，我要确定就这个啊，对，要确定是这个啊。那个案所说影响。对，所以我就要确定是你要一个案。啊，那时候你一栋里面。一栋里面，如果说有好几间公司，我懂意思啦，就是说是一个公司，他要去做这个降租的话，他是这个事实上的话，他是要提这个这个计划书来给我们审查的啦。我那个案子不，既然降租就不必用那个2.09%的趴的那个。是，只有真的是执行才可以哦。
啊，不是说整个公司啊，那当然了，那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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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可能。哦，这个但是我现在说，你们现在虽然有这样一个，可是就因为如此做，所以造成其实并没有达到太大的效果。没有达到太大的效果，其实所以你现在重点是你要怎么样鼓励真的能够达到你这个美意嘛？你现在有这个规定，但是没有多少寿险业真的去做啊。有有有，我们有啦，但是100多万比例上100多万算多啊？啊，因为你一栋楼里面可能好几家公司哎。啊，了解啊，了解。100万哪有多啦？这个我们已经很努力在 push 了。对，你讲的是我们叫文字修条件，你讲我们叫。可以啊，文字已经修正了，这照了，我们差不多了。有了，他有修正的哈，就是男未免误解对特定不动产标的物等等等等等等，然后确可那个确改成即，那再过来恐有不公平之处，那几个字划掉就通过了，好不好？修正通过哈。40A，这是经国会同意的。41，来。可以吗？财政部来。对，跟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报告，这个是林委员的提案这个部分哦，因为这边所谓的贷款陈述哦，是跟我们在网站上公告的信保基金的这个保证陈述是不一样的。好，那贷款陈述，比如说企业要跟银行贷款100万，那也许他只核贷给他50万而已，哦，这样一个情况。但是这个50万呢，如果是纾困贷款的话，50万。如果他是中小企业的话，基本上信保基金一定是10%保证。哦，这个他没有多少，他是提供这样而已，他是一个先没有没有没有。那叙述提案应该委员的意思是说，他申请100万就要全部100万没有没有没有，他没这样讲啊，他没这样讲啊，他没这样讲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啊。不是啦，没不你问他，那这个意思我没有这样写啊。后面不是说就是。给予符合办理纾困贷款资格之企业提供符合政策性贷款金额与成数啊，这个重点就是提高成数。就是政府规定多少就要给多少呢啦，他是这个意思啦。那个是保证的成数啊，保证的成数那个没有问题，因为我们10%保证就是10%保证。对，政府的8%但是要能够贷多少的话，银行也要看他的能力跟他的哈、哦，所以如果他申请100万。但是银行核给他50万的时候，你不能要求我给他100万的贷款啊。那个就是委员说，保证陈述我们得知你没有完全，也没有一定都做到啊。没有没有没有，一定是。这样这样，来来，部长，中小信保基金，我改一个单价好不好？提供符合政策性贷款的陈述啊，等会儿机会就不要了，因为他有规定嘛，你什么情况80%什么情况90%，他规定。对啊，他规定啊，就保证了。那如果说这边最后要，就不要了。最后要那个陈述的话，要不然就写成保证陈述。保证陈述对啊。对，那中小企业信保的问题嘛。对。对，想要高想要哪家去想。保证陈述，那个是保证陈述啊。哎呀，贷款数额不要了，这是信用保证陈述了。对，可以了，这样可以了。信保陈述不是贷款陈述了。我来接几个，如果你等我报完就委丢了呢，那委啥你没有错了，那个保证是信保，保证陈述是中小企业信保有在结果要做的嘛？这样对了，对了。没有讲，大概讲可以。贷款可以，贷款保证。好，那就这样改成保证陈述，符合政策性贷款保证陈述。对了，以达纾困 OK 政策的目的，这样就可以了。保证陈述我写了嘛，就已经写了，对了，就写了，写了。好，42。那个正经演绎那个还好吧？正经演绎啊，通过。您主任的只要顾留个旁牛的。哦，通过。啊。通过了，好。通过就不要讲话，通过了，通过。正经演绎没有错。42。通过。是。有旁牛是屌哎。各个文件委通。可以了。委通啊，说委通，哎。43怎么样？通过。哎呀，43，那以阶梯化补助为原则，哎，保掉啊，哈，以阶梯化补助为原则了，哈，建言意啊，好不好？言意啊，改成言意啊，但是你要用阶梯化补助为原则。他同意，他同意。研究看嘛，也不要紧啦。言意的，要哈，应改成言意啊，应改成1、2、3第五行，应改成言意通过。43之 A 的哈，好。
至少跟立法委这么多尊重，是不是？回头再来啊，是不是干嘛？尽可能可以的，尽可能。好，通话了。好，是尽可能，尽可能。这是尽可能保障第一线基层公务员劳动权利了。四十五，领导有方啊。这样的，这条可以吗？四十五。禁止啊！他这里主办单位那个金管会是禁止把它改成请了，请假假。请金管会。怎么会请就是请金管会请银行体系进行纾困放款，将环保因素列入考量。这个是从银行实务哦，如果说用原来这样子，是吗？就是这样，听懂吗？可以吧？这样子可以把那个邱委可以吧？他现在那个陈委可以吧？陈家委，陈家委将环保因素列入考量的，哪里了哈？好，可以通过，好，可以，可以，四十五通过。等一下，等一下，这四十五怎么改？四十五就是最后一行。请银行体系进行纾困放款，将放款的时候将环保因素纳入考量了，都是意思。这个要考虑一下啊！你这个现在纾困是一个短暂时期啊，一个不同政策嫁接在这里上面了。上次就谈过了，因为老是你用你认为你环保队，不要环保队，一个是一个劳工队，一个劳工队，这个东西啊，上从第一天就开始投入到现在，这个人家在港口，你起码港还在追。啊，表示你很环保啊，我很环劳工，那我可以，我非常在意环保的部分，我也可以用，非常在意。就是有被起诉的，或者是有财罚的这个部分。这个啊，一罪不二罚了，能用和集体的，你就很苦了。老哥，然后你现在，我是觉得这没有。你讲我同僚不要，他建情而已的，建情，这里建情没有关系的，建情可以的，只有考量又没有建情而已嘛，限制。这哪我被呛了。请请掉的红个，那个丢掉了。啊，不会。因为这从而哦，我老拢，老白事以外讲哦，这样很艰苦的人哦，很艰苦的人，你把球啊，刚打那么白事。啊，你爆料，你后边请的，我老拢这个。张伟，这是袂使，那陈家豪公安袂使，袂使。张伟，政策目，政策性目的要明确，不可以这个绑那个绑这个这样，按大家问从啊，对吧？现在只是列入考量而已吧，嘉伟，这条吼，因为即摆大家咧纾困，甲你若个环保啦、阿雷哦，甲个免救啊，多好一死遐紧啊！啊，我嘛是，我非常在意哦，营业秘密，我要营业秘密我袂使，你大家袂使咧发表嘛。政策目标很清楚，很短的时间而已，而且他不一定借得到钱、啊、我跟你讲啊，保留了。好，请我四万加以上该怎么处理？四十万保留，四十万那保留好了，保留，四十六万，四十六应该相同的问题了，保留。这个劳工和劳工司法原则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搞到这里了？什么叫司法原则？四十六案保留。解释一下什么叫司法原则啊？四十六案保留，不是四十六案保留，四七。我不像这司法原则那个什么关系？四七保留，已经保留了，保留。四七案。主席，四十七案到五十五案都是通传会的案件哈，其中除了四十八案那个行政院治安处还有一些文字修正案。是不是建议哈？因为这些几个案子的内容都大同小异的，是不是有可能是建行？如果委员同意的话，是不是变成一样的文字来处理？好，四十七、四十九、五十到五十五，到五十五变成一样，等一下处理好不好？刚把文字给我们啊。A G 所案子四十七、四十九到大同小异，并做一样就好了。四十七到五十五。四十八除外，四十八除外，好，四十七到五十五，四十八除外，然后变成一案，对，通常会赶快给我们答案，那我们先不处理，好不好？好到五十五，所以先讲四十八，我们现在四十八，好，四十八，四十八是行政院治安处，行政院治安处的人，行政院治安处。三处，四班，四班刚才说他并到第七案，第七案已经通过了，
第十八案，四十八，四十八。那个第七案我们还要有一些修正，那是不是我们跟四十八案？好，那就第七案跟四十八比起来，提一个修正案好不好？给我们等一下处理啊、哦，等一下处理，好不好？不要，不用等一下了，下午吧也可以了。等一下就处理了。跟处理，别打，别等起来。想要处理再来，闹不下了啊啊！好，现在看五十六案。稍微，稍微抱歉，我刚才补述一下，可以吗？第七案、四十八以及第一百九十案都是一样，都是类似的案子，我们一起。好，那五十六案。五十六案。哎，主席，刚刚 NC 说四十七是要跟四十九，四七四九对啊，可是行政院说四十七四八。案是自动出的，他没有，他四八，他 NCC 的都是成立案子而已的。刚刚有讲四，刑法大同小异的，是他们四八行政处理，四十七统筹处理，四十七，然后到四十九到五十五是我们。因为刚我听到副院长，副秘书长也提到四十七啊，你有提到四十七吗？没有，没有，四十八还是四十八？案子不行了、啊。我再讲一遍了，各位请听好啊，四十七、四十九，一直到五十五，并一案。现在在写，等一下拿过来我们处理。第七案、第四十八案、第一百九十案三个案子并理案，等一下处理好不好？就这样子。哎，那个四十七到五十五那个案子的那个修正的建议已经有了，嘿。是根据你们那个所提的四十七案做文字修正就可以了，变成这样一案。你给每位委员一份好不好？好，有每委员都一份。都已经给了。好，我讲一遍了，四十七以及四十九到五十五并一案，在这个手上，这是通常会的版本。各位手上有，可不可以这样？以数千为主。对对对，好了，变成一样就可以了。对对，变成一样，啊，已经改了文字，统筹会改的。好了，对对，好嘞，好这个在市啊，好市委员会专案报告都好几次各交通委员会报告过了嘛？是。那请问主席，这个修正的哪？没有意见，我们就照修正通过了啊、哦。就是第一行那个根序，那个根写在打成广啊，第一次改错了啊、哦。倒数第二行原，原也打字打错了，原要求 ACC 在一个月内，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等规定。就如何删除因疫情所收集个人资料，向立法院提出书面报告，以保障个人隐私权利。这样，四十七、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被你按。好，好，是。主席一名的弊案可以啊，把所有的人的名单通通摆在上面了、啊。哦，这几个案子的。对 对, 對。好，好。定案的提案的委员放进来，可以，好，可以啊、哦，好，谢谢委员，好，到位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到五十七案，哎，五十六案呢，五十六案，范这个范委，五十六案是内政部的部分。好，这个五十六案啊，我们刚刚有讨论过，就是不冻结哦，但是最后一行就是改成在正式建制完毕、正式启用前，向本院提出书面报告。就会了，这个就是这个病干的两个东西。就没关系，OK 了，报委，OK 可以了，OK 了，不要冻结预算了哈，然后就是改提书面报告了。对啊，通过，没有错。五十六案不动，然后改成书面报告，就这样。好，五十七案。
五十七案没问题，遵照办理。遵照办理一案，五十七案啊，有很多案都是五十七案一样的，这可能从一传中心抄来的。嗯。五十九、七十、七十一都是一样，内容都一样啊。等一下你看一看。好了好了，那你要看的啊。五十八至二分之一。那个前面已经处理过了，刚才五十六已经处理过了嘛？五十八案跟五十六案是一样的处理哈，那一样是就是不冻结，改提。依照五十六案处理哈，改提书面报告，并入五十六案，并入五十六案，并入五十六案啊，五十九，五十八，那个五九六十七十七都没问题，哎，五十六十。第五十七案来处理。第五十七的，五十七、五十九、六十都是一样的。一样。当期的案子的时候，每个人长得都一样嘛。好，通过。六十二。六十二有一点点小小的文字修正哈，那个包括倒数第三行加强督导，还有几个文字的删除，那个详细的文字内容，我们就直接给招委这边。那个我们也经过委员的同意，有听委员报告。啊！来，我这边倒数第二行，原此要求内政部加强督导地方政府执行居家检疫之追踪确认及健康关怀，以落实居家检疫之工作，有效防止社区传播的发生。啊，是。修正通过。六三六三六三，遵照办理，没问题。遵照办理。刚才已经通过一样的案子嘛？啊、对了对了，不进来不进来，过去看。六四也是一样的案子吧？一样。六四也 OK， 没问题。六十六，六十六有一点点文字修正哈，是不是请同仁拿给那个主席啊？这几个案子都长得一样，把它并成一案。所有人提名全部挂上去就好了，通过就通过没关系啦，那通过就这样子，全部案子通过，内容都一样，通过五六个案子，这个难看啦、啊、当然还要看看，还要有当然先第一个案子全部并进来，所有提案人的话放上去就好了。两寡的话，刚才有这样原则宣示过吗？这个你要有这样宣示过啊？你要这样做，我也不反对，请你们提出来好不好？写下来说。我都要提出，代表书面提出。刚才我们都提出来，你就同意。我现在提出来，我要书面，那你掉不掉？啊，同意，我是同意，你要写出来啊，都写出来。刚才我们刚才谈过了，同样事情，现在我谈的是同样事情，因为不同案子，这全部是一样的，所以并在一起。啊，你讲并。啊，所有人的名字先挂上去，按着丢了。那并在一起，但文字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就文字看一下，好、哦，因为要并嘛，我们没有反对并，但是文字给我们看一下。文字看到哪一个啊？哪一个？大家就都长得一样的。那那就不是写一个文字，只要所有人把它并在一起，所有提名人、联署人全部挂在一起就好了，好不好？而这种关系文字出去也很难看的。我们案子把它并在一起是 OK 的啊，你刚刚说要把这个名字打用并在一起嘛？对啊。但是原则上，我们那个林委员讲的意思是说，反正我们把这些有提案的委员给他们看一下，我们最后定稿的这一些提案，让他们知道说他们的案子并进来了。第二个，他也知道说他的文字跟他原来的文字到底意思有没有一样。啊，你大概唔到有滴意思，一定一样，因为来源都一样。对对对，安尼你就给他们看一下嘛，长得还一样哎。搞委员报告哈的，用五十七案为准，啊，把所有的委员的名字都列进来，那内容我给委员看一下。对，都要给委员看一下，参酌一下。如果意思一样，他没有意见，那就 OK 了嘛。好。安尼讲安尼做有理的，走的。赞，安尼过来，阿金。我们现在十二点钟啊，发便当吃中饭，二十分钟啊，各位，然后请行政部门把要并的案子都并起来，好不好？要哪个案子并起来就并起来，等一下我们讨论就这样，好不好？主席，刚刚那个五十八案我没听到，五十八案怎么处理啊？五十八案。五十八案啊，五十八，五十六，五十六是不是？五十六啊。
就是不冻结改提书面报告，跟范云的并在一起。对对对，并在一起。好，谢谢，谢谢。对对对，过来一起就好了。你帮写一个。休息20分钟，休息到12:20，请行政部门把相关的不同的案子并可以并的尽量并，并了我们来讨论，你们的文字再改啊。他要并了，他就跟刚才讲他并了。都是，可是我刚刚问明姐，我们现在能不能临时提案？就等跟那个人提啊，就这里临时提案。
对啊，对啊，都是这样，好不好？好啊，都是这样。